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今晚国际大棋局，我系你哋节目主持人阿 Ken， 系啦，咁啊，我哋身边有阿文俊兄、司徒爱国同埋阿 J 兄喺度，大家好，大家好啊，我系 J 兄啊，诶，司徒爱国去咗边啊？做乜瞄咗咪啊？你自己啊？咁啊，司徒外國咪瞄咗咪唔緊要，呢段時間我講一講台務上嘅嘢先。第一件事啊，多謝大家睇我哋節目啦，咁啊記得俾 like 俾讚我哋啦，咁啊share俾身邊嘅朋友啦，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如果可以的話咧，就經濟上可以的話 ，join 我哋 YouTube 會員、Patreon 會員啦，啊或者課金俾我哋啦，咁啊你話哦依排唔方便嘅，唔緊要。咁你哋同我哋睇曬廣告都得噶啦，唔該曬大家。J 兄、文俊兄喺咪度啊？文俊兄、文俊兄 ，over over。係，大家聽唔聽到啊 ？OK 嘅。大家聽到。因為咧頭先唔好意思啊，咁我行開咗，咁而家聽唔聽到啊？清唔清晰？清晰清晰。清晰係咪啦？咁樣咧，因為而家 YouTube 咧佢轉咗版啊，變相咧好多時咧，譬如我喺手機睇啊，或者咧即係。我有就算有電腦都好咧，我睇唔到個即時嘅人數，同埋咧有時咧可能要大家即係提一提我啊。譬如琴日咁樣咧，我講咗幾次咧冇話題咧，其實係仲有噶，因為我哋咧個標題甚至乎我哋咧嗰個封面圖咧係即係有啊平少啊馬英九嗰、那個，咁應該係直情咧，譬如聽眾或者主持咧可以直情提我啊，喂。馬集會喎、哦，你要講我呢樣，因為出咗個題目咧，變咗啊，好似冇講到咧，咁之後咧，咁有幾位聽眾提醒翻，咁我講聲好唔好意思，因為有時咧，我做緊節目咧，我即係我專心去講嘢嘅時候咧，我未必記得原先定咗咩話題度啊，咁啊，所以即係講聲唔好意思啦。咁啊，今日咧即係翻嚟今日節目啦，咁啊，首先咧就我今日啦，我全日咧我都匿喺咧，即係叫做報紙嗰邊啊，因為都係要搞啊出版啊嗰邊啦，要趕稿啦追稿啦。咁我哋咧嗱，而家咧都系啊，要即系等啲听众可以入嚟啦。咁啊，一开始之前咧，咁啊，喂，都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下啦，系嘛？咁啊，阿 Ken 哥啊，你自己有冇啲咩想同听众分享？今日冇乜。哦，冇乜，好啦，嗱，阿 J 兄有冇？冇啊。系嗱，咁啊，我哋一開波咧，嗱，我哋咧嚇都係咁啊，一如既往，我哋開開心心咧，喂睇啲動物片啦，咁啊，因為咧有啲片段咧係幾得意嘅，咁啊，龍化 Ken 哥幫手播一播出嚟啊，咁啊，全部都冇聲嘅，咁啊，但係咧，咁我個人覺得咧好得意嘅，咁啊，有時咧即係譬如話有啲時間，如果大家咧除咗話上網啊、睇 YouTube 啊，有時冇嘢做咧，都可以睇下啲動物片段噶。咁啊，即係個人放鬆下咯，好嘛？咁有時即係同埋呢樣嘢咧，就唔止係即係大人嘅，就算小朋友啊、老人家，我覺得啦，都應該會好開心啦咁樣。好啦，咁啊，勞煩阿 Ken 哥嚇。咁啊，另外講多一次啊，因為我自己咧就即時咧，就算啦，我而家開咗電腦咧，佢都冇顯示嗰個人數，亦都冇顯示到啲時間嗰啲，所以我諗可能係我即係轉咗做新嘅版本咧。嗰、那個問題啊，咁我唔識搞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啲乜嘢咧，咁啊，即係希望咧咁多位嘅聽眾啊，大家啲兄弟咧幫一幫手啊，提醒翻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呢度。嗯，係啊。哦，見到佢自己都爬喎。係啊，咁啊嗱，嗰只咩嚟咧？嗰只係就係我好中意啊，即係好中意啲兔仔同埋好中意啲鼠類啊。咁呢個咧就係倉鼠嚟嘅，咁啊嗱，你見到啦，咁樣好過癮啊，喺度爬啦。繁殖能力好高嘅，你一對一年唔知幾多做出嚟啊！係啊，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你如果養啲倉鼠咧，你都要分隔開啊，或者咧即係要小心佢哋嗰個懷孕問題，因為佢哋一竇咧生出嚟咧，佢係可能係十隻八隻噶，唔係講笑啊！好誇張㗎！係啊，呢、這個咁啊，同啲聽眾打下招呼先。咁啊 ，Johnny 好啊 ，Silva 好啊 ，Silva Jada 啊，係魔術師威廉叔叔。咁啊 ，Dorothy 啊，跟住 Johnny， 哎，大家开心啊！跟住又风痴亮，哎，你好你好。咁啊，有啲听众 PM 我啦，嗱，譬如啊，好似阿 Bonnie 啦 ，Bonnie 咧，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啦，咁啊 PM 我，咁啊最近咧就即系个身形啊 ，physical 都好靓女啊，咁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咧，有时环境唔好咧，大家做下运动啊，去健下身咧，其实我觉得都好事嚟噶。
即係叫你話 keep up fit 啊咁樣。咁另外即係 Dorothy 咧，上次都俾咗咧佢畫嗰、那個嗰啲字體啊，咁啊好靚啦。咁啊上次都登過出嚟同大家分享啦。嗱，咁啊除咗咧呢、這個鼠鼠之外咧，咁啊、其實咧。即係我好多時咧，我都會留意聽眾嘅來信啊。咁啊，其實咧，我有啲年紀細少少嘅聽眾咧，都有問嘅，即係啲關於海洋生物嘅問題啊。咁啊，嗱，其實咧有聽眾問咧，咁啊，我有條片咧可以攞出嚟啊 ，Ken 哥咧都係冇聲嘅，咁啊分享俾大家咧睇一睇。咁就係問到咧，即係啲蟹如果係野生嘅話咧，一隻隻嗰啲蟹啊，咁啲蟹係可以即係喺啲咩地方嘅蟹咧會有啲特別咧咁樣。咁啊呢段片咧，咁啊好值得大家睇一睇嘅。等等啊 ，David 你好啊 ，David。咁啊，嚟紧咧星期三咧就我啦 ，Ken 哥啦，金家人啦，我哋就会即系有个聚会啊。咁啊，大家咧即系喺大陆咧就碰下面啦。咁啊，咁即系嗰日咧睇下有冇啲咩嘢咧。咁可能节目啊会迟少少啊。咁啊，或者听日咧就有阿桑比啊上嚟啊。咁啊，大家都要支持啊。嗱，咁啊，见到呢啲蟹咧。見到啊！你覺得佢個個頭啊，大唔大隻啊？阿 Ken 哥、阿 J 兄，哇！應該一隻都起碼有十斤喎，十零斤喎，咪咯。係啊，嗱，咁啊，呢啲蟹咧，其實咁大隻咧，咁啊，其實係咩嚟咧？咁其實有聽眾問嘅，就話啲蟹咧，其實嗱，小朋友問噶，蟹係咪可以咧？嗱，佢換殼噶嘛，係咪？係啊。咁小朋友又問啊，咁啲蟹如果不停換殼？在他没有任何天敌，例如他没有被人吃，他又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去到几大只呢？嗯，其实呢，我譬如本身呢，我想贴一张呢，是即是很出名呢，就是在英国啊，啲人在个即是Google Map 那里啊， Google 的地图呢，就影到呢有一只蟹是潜伏在个海湾，就比只巴士更加大的。但是那张图呢，因为有些人呢就即是跟我讲啊，就说那张图可能是改图来的。咁啊，另外咁我亦都係叫阿挑姐去幫手查一查啦。咁啊，叫做話即係我歸納咗落咧個海怪嘅項目嗰度嘅。咁嗰張圖咧，咁啊未知真偽。咁啊，因為反而有呢段片咧，咁啊見到喺邊度咧，就喺日本海啊。咁啊，講緊係凍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北海道嗰啲啦。咁啲蟹咧就上咗去岸上面啊。咁你見到啦，其實你見到嗰啲階級啊嗰啲咧，其實嗰啲比例咧，譬如大家喺尖沙咀碼頭啊。或者咧，澳門啲碼頭咧，其實你啲級咧一定見得多啊。其實你見到咧，嗰啲蟹係好大隻嘅喎，係咪啊？係咪出乎意料咁大隻啊？見到啊？嗯。咁呢啲蟹其實有咁大隻嘅咧？嗱，呢啲呢一種嘅蟹啦之外啦，咁最出名就係嗰啲叫皇帝蟹啊。皇帝蟹啊，賣到好貴嘅啦。咁皇帝蟹其實咧，嗱，我想問一問啦，譬如張兄，你覺得啊，澳洲有冇有冇嘅咧？皇帝蟹？梗係有啦，澳洲嘅皇帝蟹通常喺南澳或者喺塔斯曼尼亞嗰邊。係，嗱，咁其實澳洲嗰啲，我問你啊，你估佢係遷徙行，跟住途經你個住嗰度啊，定係佢本身喺你嗰度生長出世嘅咧？嚇！呢樣我真係唔清楚啊，講真。嗱，呢個咧其實蟹係一個大遷徙嚟㗎。佢講緊咧，佢喺海底咧，佢係喺澳洲啊，即係澳洲嗰個位咧，喺J兄嗰度。點解會喺澳洲出現咧？佢哋蟹群咧喺個海底度咧就遷徙啊，跟住咧就橫跨咗啊，咁變咗咧，其實本身咧，其實嗰啲蟹咧就唔係喺阿J兄嗰度出世，即係澳洲唔係佢哋鄉下嚟嘅。咁佢哋橫跨嘅幅度咧係可以好大啊，穿州過省，直情係以國家嚟到計算嘅。即係喺個海底嗰度咧，如果譬如大家潛水咧，跟住你會見到啲蟹咧，蟹 B 咧瞓曬喺地下咧，跟住咧即係喺個海底度啊。咁你可以走埋去咧，可以你摸佢，但係好大鑊噶，因為啲大隻嗰啲蟹咧，就啲腳啊嗰啲都係有，即係有啲尖尖尖吉吉咁樣咧，就即係整親手好容易。咁啊，同埋都比較惡嘅。因為你見到好似呢咁大隻嘅咧，其實咧佢通常咧，因為佢都係食魚仔啊，甚至乎食翻蝦蟹啊，簡單啲講，佢雜食生物嚟噶，海草佢都食噶。咁所以咧，其實佢相對都好惡噶，同埋佢哋咧點解咁惡咧？因為佢有潛無孔啊嘛，佢啲腳啊，佢啲鉗咧甩咗之後咧，佢會生鬼翻出嚟嘅喎，你知唔知啊？
即系曾经咧，系即系有人做过实验咧，佢专登咧系养只蟹，跟住咧系整甩佢只钳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只蟹之后咧又会生翻一只钳，生翻一只钳，佢会咧系即系叫做话咧喺只蟹咧嘅生命入面啦，一日佢未死咧，佢都会不停咁样重新啤翻只钳出嚟噶。咁蟹生出嚟嘅会有冇机会系啊变咗两只钳咧？即系孖钳咧？阿J兄，你觉得？有系啊，三分钳啦，我知道，但系有冇孖钳啊？你话系系啊，有啲有，我见过呢边好得意啊，有啲系有孖钳，有啲咧就系得一只好大只钳。嗱，其实咧，嗱，我答翻啦，其实咧，阿 Ken 哥，你觉得会唔会蟹系有得会生孖钳啊？你个孖钳意思即系左边有两只钳啊？系有机会啊？有机会嘅呢啲嘢。咁其实我同大家讲一讲先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个蟹咧，有冇机会生孖钳咧？理论上咧系唔会有嘅。嗱，因为咧佢咧一定系咧，佢一定系甩咗一只爪之后咧，佢先至咧会再系即系甩咗一只钳或者甩咗一只脚，佢就补翻一只嘅。咁样嗱，但系咧，第二种咧，即系墨鱼啊、八爪鱼嗰啲，佢就有机会嘅、哦。嗱，咁呢个仲有图嘅、哦，日本咧捞上嚟咧。啲墨鱼啊，讲紧咧系有成啊几十只脚啊，七十几八十只脚咁样啊，咁啊张图啊 ，Ken 哥辛苦啊，可以摆一摆出嚟俾大家睇下，即系呢个系一个冷知识嚟啊。咁啊，越生越细嗱，未必噶，未必噶。其实嗱，而家你眼见啲蟹咧，其实去到咁大只嘅个头咧，佢仲未发育完噶。其实佢仲可以大只落去嘅，只要佢唔遭受嗰个感染啊，即系其实蟹同埋啲虾咧最大嘅都系嗰啲微生物啊，嚟到感染令到佢死啊。如果唔系咧，基本上佢换壳咧，佢换到壳就冇事啊。因为佢换壳时候咧，系将佢全身嘅机能系 regen 啊，即系你谂下，如果以人嚟计，每次你一换壳或者即系个情况，令到你成个人变翻五六岁小朋友，跟住或者变翻十岁八岁。跟住你再由十位八歲再生長落去，咁其實呢個機制咧係即係直情大家平時所講嗰種咧長生不老咧，其實係呢樣嘢就係最緊要啊，最直接啊。咁你見唔見到啊？好似嗰啲太空生物咁啊，係嘛？嗰只係墨魚嚟嘅，好恐怖啊！變種啊！其實未必係變種嘅，因為咧呢個咧可能咧佢斷過好多次，跟住咧佢不停咧生翻啲鬚出嚟。咁第二咧有冇可能係變種咧？其實有機會咧都可能係受過輻射嘅。但係問題咧，其實喺輻射之前咧，喺古代都有個 case 咧，佢哋係撈咗咧啲墨魚上嚟咧，都係咁多隻腳噶。跟住咧就甚至乎咧喺以前好耐以前咧，佢哋係即係啲墨魚啊撈上嚟咧，跟住做咗啲墨魚乾嘅。咁啊，唔係講笑啊，喺即係唔講緊係而家咧核即係喺嗰啲核洩漏啊、輻射之前啊。嗱，咁啊，關於個墨魚乾咧，咁啊，我都有圖片嘅，可以阿 Ken 哥幫手擺出嚟啊。咁啊，只蟹嗰啲啊，可以先擺翻埋先啦。睇咗咁耐，係咪？唉，咁呢個啊冷知識嚟嘅，咁啊，亦都即係顧及我哋嘅，即係我哋啊有幾位嘅小朋友聽眾啦，咁啊。不時都有時問一下啲問題咧，咁我覺得其實大人小朋友咧都係即係都趣味性都好嘅呢啲，我覺得開心嘅。係啊，時興隆啊，聽眾，呢個係時興隆啊，係啊。嗱，你見到啦，嗱，佢哋咧直情係裱起咗啊，將只墨魚。咁啊，你會見到啊，其實八爪魚你又唔係墨魚，我講錯咗啊。咁啊，即係你見到個八爪魚咧。其實你見到佢係生，但係即係話你好似異形咁樣，嗱咁啊好犀利，八爪魚可以做到咁樣。咁但係八爪魚咧就好可惜啊，八爪魚嘅壽命咧係得嗰幾年嘅啫。咁所以咧，其實以佢哋個腦袋咁聰明咧，跟住又個身體係即係個柔韌性咁高咧，斷咗啲爪又可以生翻出嚟咧。理論上，如果佢哋多幾十年命咧，我諗就真係好大鑊嘅。因为如果他们长少寿命呢，他们发展到语言和文化呢，就我觉得不奇怪的。因为其实他们的智商可能很高的。你两位认为是不是？但我想问一下呢，有些话可以 有半条鲸鱼那么大，那些是乌贼还是章鱼来的？那些是大黄酸章鱿。哦，
即係佢學名係大王仙張有，咁所以嗰啲咧就係喺咧呢個咧叫做南極啊，同埋北極咧個冰面下面咧叫做水深咧係大約介乎係60米至到110米呢個空間就會見到啊，咁亦都係鯨魚下潛嘅一個深度嚟嘅。咁嗰啲係可以好大隻，係即係大隻過人類嘅，即係講緊佢，例如啊，佢個軀幹啦，唔連啲爪咧都可以係2米長嘅。咁如果連埋啲爪就好長啦，即係嗰個可能啲爪就加埋就10米、8米噶啦，唔係講笑啊，好大隻，同埋佢咧就算未煮熟，佢都成隻紅色嘅。咁啊，大王孫張有咧，咁啊，基本上你諗到幾大嘅，即係佢哋喺啲南鯨咧，同埋抹香鯨咧個皮膚啊，上面佢留低個吸盤咧，嗰啲印啊，佢畫傷嘅鯨魚咧個吸盤咧，可以係一個吸盤，即係佢即係嗰個爪咧，個八爪魚爪個圓形咧個吸盤啊，可以大過一個籃球啊！你諗啊，咁啊幾恐怖？跟住咧，佢成列咧，成辣咁樣咧，可能幾十個咧，一條咁樣辣喺個鯨魚個背脊度啊！跟住見到哇，邊度嘅皮開肉裂嘅喎，跟住上面一個一個圓形咁樣喎，咁你又諗到嗰、那個，即係佢哋咧喺海底發生咩事？就係、是、個鯨魚可能咬佢、釘佢，跟住咧佢就攞嗰啲爪咧就纏住個鯨魚。咁同埋咧，一句講曬。係啊，咁講緊咧，其實佢哋嗰啲大細咧，因為咁大隻咧，其實唔一定係輸俾鯨魚噶，相對咧可能即係鯨魚 B B 啊，或者鯨魚仔咧，有機會倒翻轉俾佢食咗轉頭嘅會。即係呢樣嘢就好恐怖啊！即係啲鯨魚，即係佢大到咧個力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佢喺水下面嘅力度咧，如果係佢面對嘅係一個人，譬如我哋一個正常人咧，佢可以咧碾到一個人咧啲骨頭碎曬噶，佢係有咁嘅力度噶。咁但係你諗清楚咧，其實咧就係佢嗰個，即係佢嗰個柔韌性嗰啲比咧，其實啦嚇，即係我想講咧，以無脊椎生物嚟計咧，我諗佢進化到頂點。單作係個壽命嘅問題，佢唔得咧嘅壽命咧，譬如有翻幾十年啊，發展到佢嘅語言同埋溝通文化，同埋你懷疑咧，其實一樣嘢好怪嘅，你發覺咧啲物語咧，佢哋冇一個叫做話好似一群啊，一個族啊，一個叫群居啊，大家好似一班人走埋傾偈啦，佢唔似嗰啲蝦蟹啊咁樣，唔會嘅喎。即係你龍蝦咧，好似喺海底咧，通常你摸咧，喂你就嚇阿媽家姐、老豆、阿叔姨丈咁，全部揾曬出嚟噶嘛。佢唔係喎，成個家族。係啊，成個家族嗰啲物魚嗰啲唔係啊，佢咧直情甚至乎咧，喂你話會唔會係啊帶住條女啊帶住個老婆咁樣咧？唔會啊，佢係即係純粹係交配嘅時候咧。跟住咧，咁佢啊將其中一個竹蘇咧，竹蘇其中嘅即係嗰啲竹蘇啊，有一個咧有條竹蘇咧就等於佢條鋸啊。咁佢直情係成條竹蘇咧斷咗咧，即係成條鋸留咗喺個嗰、那個雌性咧嗰度咧，跟住咧就會即係生啲墨魚 B B 出嚟噶啦。直情係享受唔到呢個咧性交嘅樂趣嘅。咁其實佢哋兩性關係係咁樣噶咋。即係真係一個介乎下，真係神交嚟嘅，真係係得個精神嘅啫，就唔會話真係有任何嘅特別嘅交配啊，所以其實都唔會有任何嘅即係特別感情嗰啲嘢嘅，所以其實咧佢哋就算係咧都唔會兩公婆咧住埋一齊喎。啊，好啦，咁我哋等緊聽眾嘅時候，即係而家好 PK 啊，YouTube 冇睇唔到人數，夠一百人未啊？等等啊，一二五啊，夠咗啦。好好，嗱咁啊，聽咗時幫手啊，提一提我啊，一個一百人提一提我，因為一個一百人咧，我就會係完咗個影片啊，同埋叫做嗰個嚇解答啊小朋友啊嗰啲有趣環節，咁啊進入主題噶啦。咁我哋今日主題咧，首先要補翻琴日先啦。咁啊，首先再一次同聽眾道歉啦，因為即係今日咧都有幾位聽眾咧留翻言啦，咁就話啦，喂你個封面有啊馬英九，有啊平少。點解你完全冇講到佢兩個啊咁樣？跟住咩事咧咁樣？咁首先呢個我罪過嚟嘅，即係證明咧，喂，即係我完全將佢兩位擺開咗啊！咁反而阿鄧 Sir 啊記得曬啦，係咪先？咁即係呢樣嘢唔好炸我哋型啦，冇計嘅，即係我哋都係鄧 Sir 支持者嚟噶嘛。好啦，咁啊，關於阿平少同埋啊，即係呢個馬英九啦咁樣。咁馬英九咁，即係我想問下咧，咁即係兩位嘅兄弟啦。喂，你點睇呢條友嘅咧？你覺得佢係點樣咧？即係純粹自己嘅直覺先。我想問下 J 兄，你講先。我咧其實就以前都幾中意馬前總統嘅，不過
近呢几年见佢咁中意翻去擦鞋，就麻麻佢啦。坦白讲，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啊，又诸多藉口，又制造，又剩，咁好明顯佢係大中華膠嚟嘅，呢個就我都幾肯定啦。咁但係我有陣時覺得都幾廿歲人啦，仲要舐鞋底舐到金枝魚台咁，到底搏乜咧？我真係唔知咯，真係。嗯，到你啦，基哥。喂，係。咁啊，初時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學下 J 話曬啦，都俾佢即係一個一粒星嚟講，即係正式明星。我哋嗰陣時台灣就做好盡噶啦，啱啱上選嘅時候，但係估唔到佢跟住做埋啲嘢咧，就只有一個出賣兩個字咯，係啦，即係對於台灣人民嚟講啊，咁我啊唔覺得係啦 ，OK， 咁啊就係咁啦，而家就變咗係啊集底入邊嘅很感激忠誠的狗啦啊！真系冇改錯姓嘅，嚇冇改咗名嘅，嗯，冇錯冇錯，係嗱好啦，啊咁我嗱我講一次啦，咁首先咧，咁啊即係我啦，我就有幸見過馬英九真人啊兩次嘅，咁啊兩次分別係兩個乜嘢場合咧？咁有一個咧就係咧呢個國際刑警嘅一個場合啊，一個交流嘅場合啊，咁啊當時咧即係叫做話啲即係警戒啦嚇，都好大嘅大粒啦，咁啊，亦都咧係馬英九咧有份係做嘉賓嘅，咁因為咧都係有台灣嘅警方啦等等啦，咁嚟到去即係叫做喺個宴會入面啦。咁第二次咧就係咧係近少少噶啦，就係新加坡嘅一個經濟交流場合啦。咁啊馬英九咧係即係叫做同台，咁佢係演講嘉賓嚟嘅，咁亦都係咧咁，因為佢同我坐得好近嘅，咁嗰一次嘅活動咧，咁我亦都係一個首要嘉賓啦，咁同台即係都講埋啦，其實嗰日仲有阿劉慕雄老師喺度噶，咁啊當時咧咁就同阿馬英九咧，即係我同馬英九啊，直接咧就係大家交換咗禮物嘅，咁分別有咩禮物咧咁樣，咁佢又送咗一個咧係台灣嘅鑄幣廠咧嘅一個銀幣俾我啦，咁樣，咁而我咧我就送翻咧澳門嘅銀幣俾佢嘅，咁係即係叫做啊禮尚往來啦，大家開心啦，咁啊冇乜一個咧好直接嘅。其他交流噶啦，咁但系叫做我啊見過呢個人咧嘅真面目係兩次啦。我想問下 Ken 哥，我支麥會唔得啊？啲聲清唔清晰啊？係清晰嘅，清晰嘅。係咁，另外聽眾啊，你聽一下聽一下有冇回音？如果冇咧，聽得好清晰嘅就幫手撳個一字啊！唔好意思啊，唔該曬大家，因為我好需要大家幫幫忙啊。咁啊，喂 HH89 你好啊，跟住啊，另外啦，咁啊，杜明案啊。二十年前，國際台外國紀錄片《水族館蛇》發現鯊魚死亡，原來八爪魚係捕捉鯊魚，好聰明，變大變細，走過隔離水箱，可以開蓋束螃蟹啦。鯊魚死亡咧，我嗱即係我咁樣啦。入主嚟之前，我補充一下先。鯊魚死亡原因得一個啫，因為鯊魚係唔可以俾人圈養嘅。你見到咧，其實鯊魚有分唔同種類嘅，隨流鯊啦。同埋咧，你嗰啲泰國嗰啲小鯊魚咧，嗰啲又可以圈養嘅。但係你譬如講緊虎鯊啦、大白鯊啦，同埋公牛鯊咧，三種都係唔可以圈養嘅海洋生物嚟嘅。咁所以咧，過往咧點解會即係出現鯊魚死亡咧？因為佢當佢意會到原來前面有塊玻璃隔住佢嘅時候咧，鯊魚咧就會發咗癲，係咁攞個頭冚塊玻璃啊！咁其實佢又冚唔爛個玻璃嘅，但係問題佢冚死自己啊嘛。咁另外咧，鯊魚咧好多時咧，佢就會出現一個咧，好似喺人類咧就係叫幽閉空間嘅恐懼症啊。咁佢就會喺個魚缸入面咧，會走嚟走去啊，跟住咧會可能撞到啲石啊嗰啲咧，就戒到自己咧，可能係流曬血啊。花碌碌啊咁樣，甚至乎咧係間山撞甩咗嗰個尾鰭嘅，咁所以咧即係鯊魚圈養就係非常危險嘅。咁其次咧，佢會襲擊其他魚類啊。咁但係有冇八爪魚可以同鯊魚嚟抗衡嘅咧？除非嗰啲冇自虐傾向嘅鯊魚係受你條嗰啲咧，就有機會啦。咁另外咧。八爪魚爬缸呢樣嘢咧，其實係好正常嘅。如果大家咧喺自己屋企咧個金魚缸養個八爪魚或者養個墨魚咧，你會發覺咧墨魚就好地地嘅。咁但係如果八爪魚咧會走嚟走去嘅，咁甚至乎咧你同佢咧八爪魚咧係即係可以建立到一個溝通嘅 communication 嘅。譬如你叫做開頭你養佢嘅時候咧，佢唔認得你嘅，但可能咧過咗幾排，即係可能講緊一個星期內啦，佢會認得你嘅。
咁跟住咧，其實佢認得你啊，你喂佢食下嘢嗰啲咧，佢會爬上你嘅手度啊，佢會捲下你捉下你啊。其實佢同樣咧，外國都證明咗噶啦，養喺魚缸入面嘅八爪魚同啲潛水員咧係會玩嘅，甚至乎咧佢哋係會。即係係纏住啊，攣住個潛水員嘅，佢哋係直情係認得人嘅，係唔同嘅潛水員，佢哋逐個都認得噶。所以咧，我想講一次咧，其實首先咧，我真係完全唔覺得八爪魚咧係地球嘅生物嚟嘅，我覺得應該係可能係外星嚟嘅動物嚟嘅，有機會係嘅，因為佢嘅發展嘅即係佢嘅形態同埋佢智能咧，唔係地球嘅物種嚟嘅。我咁樣同咁多位講下啦。雖然可能大家好中意食魷魚圈啦，我都好中意。咁但係事實上咧，八爪魚就唔似係啊。墨魚就唔同八爪魚嘅，墨魚冇咁醒嘅嚇。咁墨魚個頭啊尖嘅，八爪魚個頭啊圓嘅。咁啊，好啦，咁翻翻嚟先。好啦，咁馬英九咧，即係我對佢嚟計咧，都係即係簡直係啦嚇。咩啊？杜明話啊。動物海洋民進係海洋生物，我梗係唔買，我啲興趣嚟嘅啫。興趣即係得閒冇嘢做咧，即係大家都好似平時咁樣睇下鹹碟啊，睇下龍珠咁樣嗰啲興趣嚟嘅啫。啲叫做話無聊興趣啦。好啦，咁馬英九咧去到即係近幾年咧，其實就發覺一件事好恐怖啊！佢變化好大，即係佢直情咧係佢自從卸任咗總統之後咧，佢有一段時間好地地，即係例如咧。馬英九有一段時間咧，佢係變咗做媒體人嘅，佢係靠咧寫作啦，同埋靠咧喺報紙上面投稿啦、撰文咧維生嘅。咁甚至乎咧，佢有一段時間咧，佢寫嘅，譬如關於唔係政治嘅，係譬如其他關於即係佢自己啊啲文學啊啲其他嘢咧，甚至乎佢解讀咧一啲叫做話歷史嘅著作咧，咁樣咧，咁其實都係唔錯噶嗱咁。另外要講一講最近咧蔡英文咧都有本書咧嚟緊會出版，咁大家要支持一下啦。咁本書係關於乜嘢咧？阿最興，你估啊？你估下關於咩嘅？係，喂喂，係。Sorry， 講下佢之前做官嘅歷史，做外交啊，喺英國讀書啊嗰啲嘢啊，我唔知喎，真係。哦，唔系，阿 Ken 哥，你估啊？蔡英文会写乜嘢？哇，佢系咪讲中国有几好啊？哦，唔系，嗱，其实咧，蔡英文咧嚟紧咧喺个卸任之后咧，佢就会出一本啊，就系蔡英文去解读《孙子兵法》啦。咁讲紧咧，其实历史上面咧，去翻译过同埋去写低自己对《孙子兵法》见解嘅人啦，有名嘅人咧，之前咧可能大家好出名都读过噶啦，就系曹操个注译本啊，曹操啊，三国时代个曹操啊。咁蔡英文咧会系近代嚟计啦，都作为有名嘅人啦，又用佢咧一个女生嘅角度去解读《孙子兵法》呢本书。咁你可以睇得到咧，其实入面咧佢就会讲关于佢即系咁耐喺政治啊做总统咧，尤其是佢一啲面对嘅政策一啲问题咧，有啲乜嘢对佢影响。咁当然呢个咧就系喺佢卸任之后咧。先至會出版嘅呢本書，咁但係咧，我都建議咧，因為歷史上咧係冇女士去寫關於佢對《孫子兵法》嘅睇法，或者呢個《孫子兵法》對佢人生入面一個重要嘅注譯噶，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咁馬英九咧，其實咧佢哋嚟計咧，佢哋可能啦，即係叫做話。即係除咗做總統啦，咁其實馬英九咧就冇乜啲咩大資產，又冇乜大生意啊。即係佢就唔同咧，講緊嗰陣時咧，即係呢個韓國瑜啊嘛，係咪幾廿飯嘢撈啊，成個古惑仔咁樣？佢唔係嘅喎，咁佢冇咩啲大生意，甚至乎咧馬英九咧嚇，即係佢亦都從來都唔會話係一個有錢有財有勢嘅代表啦。佢只不過咧，你見到佢咧，即係喺政治上，佢係的而且確，佢比起其他咧韓國瑜啊，甚至乎佢哋身邊啲黨友啊。好出名嘅，即係洪秀柱啊嗰啲，即係嗱，例如你好似以前咁，喂李柱銘行出嚟隔離緊右啊，即係我哋司徒家個老祖宗啊嘛，司徒華啊嘛，係咪？咁有時啲嘢咧就係，喂佢身邊有好多嘅黨友，咁但係其實嗰班人咧都係咧近啲即係唔好話耐啦，近呢五年六年啦七年啦，其實咧個態度咧就轉變得好犀利嘅。咁首先咧國民黨咧同埋呢個共產黨咧過往嚟計。即係喺阿蔣山啊，係嘛？即係喺唔係蔣天養、蔣天心喎，係佢哋嘅即係叫做老祖宗啦，蔣介石啦嗰個年代。咁其實係咩嚟㗎？死對頭嚟㗎嘛，
即係甚至乎你嚇、啊，你講到阿、啊、毛澤東同埋阿蔣介石，原來好惺惺相惜嘅，喂，兩個老闆嚟嘅咁樣，咁一回事啊。但係嚴格上嚟講都係唔妥啊。點解咧？好直接啫嘛。點解今日有台海戰爭啊？咪就係、是、歷史遺留落嚟問題咯。咁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乜嘢咧？就係、是、叫做話誒、蔣家嘅國民黨，佢哋丟失咗大半個中國，進而丟失咗成個中國，跟住喺台灣度走車偷窩，呢個係事實。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是不是這樣說先，兩位兄弟？是，沒錯。是，那跟著所以呢，就會是，一直是勢不兩立，但是呢，問題呢，你會見到現在呢，其實呢，近這幾年呢，這個即是叫做說是，國民黨啦，就變成猶如這個呢，是淨，不單止是投共啊，它直情是變了呢，一個宣傳機器啊，這個宣傳機器就是，你坦白說，你說，喂，其實，嗱，我問啦，問兩位啊，其實你覺得有啲乜嘢人喺你嘅心目中係一個愛黨愛國嘅宣傳機器啊？你覺得邊個係啊？宣傳機器我真係諗唔起喎。係嗱，唔緊要，咁我開股啦。其實咧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係、是、當然係我司徒文俊啦。司徒文俊，你一問我咧，咁真係愛黨愛國愛習主席啦，係咪？咁另外愛港愛澳啦，係咪先？咁當然係宣傳機器啦，一定係噶啦。你問我，我都直情都唔會答你，我係藍絲，一答就我梗係紅絲啦，係咪？梗係肉絲啦，有時啲嘢。喂，咁但係而家最大鑊就係咩咧？馬英九，喂你其實我啊，我相對於佢啊，我都失禮慚愧啊。點解啊？佢就堅係真係愛國啦，佢真係堅係愛平少嗰只。點解咧？我啊，我都做唔到咧，對住平少啊，好感動啊，對住佢啊，跟住喊苦喊忽啊，跟住講兩句嘢喊撚曬啊，我都唔得啦，大佬係咪啊？係咪先？即係坦白講，喂，對住個老婆都唔得啦，何況平少係咪先？邊可能嘅咧？啲嘢係咪啊？但係佢做到喎、啊。你哋覺得犀唔犀利啊？兩位兄弟，咁啊，一啲啲人嘅啫。咁你鬥得嗰份人工，攞得嗰樣嘢嚇，咁、啊、就自然就要交足氣噶啦。嗯，係阿 J 兄覺得咧？唉，我都好贊成阿 King 我想講，喊啫嘛，眼淚唔使錢噶嘛，大佬係咪先？吓、啊，佢阿平少要佢舐啊舐，要跪啊跪啦。佢一个好员工嚟噶，其实佢真系好配合平少，所以我冇人所及，即系冇人能及噶。讲真，我觉得冇改错名噶。更正，好嘅哥。更正，唔系员工，系只狗，即系摆啲宝路喺度就会过嚟。come 嘶咁样啊。系一级英狗，系系啦。我哋聽眾就話啦，喂，而家潮流興 BL 啊，好啊，咁啊點解咧？因為第一你喊咧，喊其實咧，俾人哋感覺就係你柔弱啦，你需要保護啦，同埋咧你認同啊嘛，即係例如咩情況會喊咧？例如英國咧有個好出名噶，你睇過英國金幣銀幣後面背脊咧有個好犀利叫聖佐治屠龍，跟住點啊？佢英雄嚟噶嘛，佢救咗個村長個女，唔使俾只龍釘咗。喂，咁救命恩人你咪喊咯。咁例如第二種咧，咁而家近代啲係乜嘢？哎呀，你分手，你俾條仔飛，搞大咗個肚，跟住又唔開心，俾老公飛，咁咪喊咯，受咗情傷就會喊啦。咁所以喊咧，其實咧係除咗出嚟嘅效果咧，就係、是、有一種柔弱得嚟咧，有一種愛情嘅元素喺入面嘅。即係仰慕嘅元素啊！咁其實我哋琴日咧都用咗兩張嘅照片啦，做封面啦。咁兩張照片啊 ，Ken 哥仲有冇 keep 住啊？係，有。係咁啊！兩張照片嗱，你幫手擺出嚟啊！咁啊，兩張照片咧好緊要啊！即係嗱，呢個揮手呢個就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好，因為睇落去咧，阿平少就唔係高過馬英九，唔係大隻過佢好多啊。因為顯唔到嗰、那個雲位啊，嗰、那個感覺啊，你明唔明啊？咁樣我覺得就唔係咁好睇嘅。咁啊，用翻我哋琴日原先嗰張啦，咁先開心嘅嗰張，即係你會見到喂，即係嗰種眼神，哇！大佬真係真係要睇一睇先。屌，真係琴日哇，預備得好辛苦真係。喂，要跟個方向，你倒轉咗嗱，阿馬英九係左邊嘅，平少右邊，一定要唔可以搞錯方向嗰啲劑。我仲谂住你系向左走向右走添，唔系，
劳烦啊 ，Ken 哥，系你帮手爆先。系，我要我明白噶。阿司徒爱国嘅作用嘅，但系要睇到阿英九英九八点样含情脉脉咁望住阿平时。屌你唔好话英九八啦，你会搞到 Happy 八咁啊！屌，我唔掂。嗱好啦，咁呢张入面嗱，第一咁啦 ，OK 啦，咁平少大只啲啦。咁呢個平少擺明係進擊之巨人啦，係咪？咁亦都身形比例咧，咁樣就符合翻啦。阿馬英九咧好嬌小啊，好柔弱啊，要備受保護形象啦。跟住你睇到個眼神，你見唔見到啊？馬英九個眼神，一個含情脈脈、含春少男咁樣望住，喂，我哋右邊，哇，梗係喂風流倜傥。跟住咧，擺明係一個才子嘅平少啦，係咪先？你咁樣望埋去，嗱、啊，你覺得好冧啊？你覺得呢個係即係？即係一段即係可歌可泣，即係驚天地一鬼神嘅一個有愛啊！那個眼神你已經有愛啦，你見唔見到啊？你兩位見唔見到啊？係呢個係愛慕啊！聽眾話齋 ，Betty 話齋，嗱 ，Betty 係個女仔嚟嘅，咁例如 Betty 望住佢男朋友，我相信就係咁嘅眼神嘅啦。即係呢個係女仔先會明白㗎，因為你馬英九嗰個眼神咧，係你用翻女仔嘅心態，你已經代入到㗎，你明唔明白咧？如果你話嗱喺座上面嘅唔係馬英九，係蔡英文咧，喂，咁成個畫面係和諧好多，梗係啦，大佬，但係馬英九會點啊？就係、是、好似聽眾話齋，變咗 BL 啊，你明唔明啊？屌，喂，大佬，喂，即係我呢個帝啊嘛，咁我係唔認同你喎、啊，我覺得呢個眼神唔係愛慕喎、啊，係乜嘢咧？咁啊，好明顯啦，喺度諗啊，我今次過一過嚟咁多日啊，而家對住你啊，又卑躬屈膝，嗯，今次個台底應該又袋唔少啦，嗯，諗起都興奮啊，嗰啲表情。嗱、啊，好彩你話台底袋唔少，而唔係捐落台底度有所動作啫，你明唔明啊？因為你見到佢有時啲嘢，乜嘢叫含春嘅樣子咧？好似如花似玉咧，就係馬英九呢種啦。你見唔見到眼神同埋佢嘅嘴巴咧都？都系好似沐浴喺呢个爱河入面嘅一个美少男咁样咧，再影你查下啦，我唔觉啦，我净系觉得系向钱看啦，啊，今次又可以代代平安啊！想象到阿文俊卿望住阿肥妈嘅之情咁含春嘅样子，就应该咁上。而家你应该再激啲咧，唔系你听我讲先，肥妈都屌唔系 BL 啊，同文俊都系正常啊，都系。都是雄性和異性啊，是吧？大佬，你認真地說，你在花，即是這個心法學上面來說，都是男性和雌性啊，是吧？那你現在那種，你說得這麼，即是你不可以亂這麼比啊，即是我可以說你去馬場，你看馬，因為你愛那隻馬，你不可以這樣的，是吧？但是好像去到現在這樣，你就可以解釋到了，會不會是這樣就是，哇，你都愛馬，但是愛馬英九啊，哇，大佬，唉，其實，即是昨天呢，我們即是作為啊、一個即係愛國分子見到呢張相，哇！真係有種說不出的突兀咯。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即係有時啲嘢咧，有能力嘅人咧，能力越大，站越大，佢哋中意嘅嘢都係特別啲嘅。我哋又好難加把嘴去評論啦。咁啊好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知不知我愛你十次八次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覺得去到而家咁馬英九咁其實第一即係我諗啦。他說他不是這個即是叫做統戰大總管都沒人信的，他也都很想出任，坦白說，但問題在你們覺得平少會不會是即是信得過他或者委任他你要做這個呢兩岸統一和平大統領呢，你覺得會不會呢？兩位謝興先說，即是我讲真啦，如果阿平少谂住揾佢做咩两岸统一和平大统领呢啲咁嘅谂法咧，我就好坦白讲，佢就真系啊信错人啦，老实实情愿揾阿司徒爱国好过啦。点解咧？第一啦，阿英九八喺台湾已经声名狼藉啦，搞咗咁多屎出嚟，老实讲，上次又硬握手又剩吓、啊，基本上你而家国民党你自己啲党员。都同佢割曬隻咁滯噶啦，邊個肯黐埋佢身邊啫，大佬？喂，有啲咩接機啊？今次屌你幾隻細嘢啫，唔係咯？仲要你睇下今次就算選舉，你國民黨嗰啲議員邊個敢揾佢喺側邊喺度助選啊？大佬嚇、啊，
就係想俾人屌啊！講咗一句，即係老實講句，佢只係代表舊嗰一派老國民黨人，或者嗰啲老國民黨死忠嗰一派，唔多唔少可能有啲係大中華交嘅，咁嗰啲人可能會撐佢咯。但係我都相信呢班人喺台灣本土都係極少數咯。第二樣嘢。真係好實講句啊！你做埋曬呢啲咁嘅行為，咁辣又啊，舐鞋底舐喺度，真係出撚曬面。即係我都唔明白，我都係嗰句啊，都幾廿歲人啦，咁 Q 肉酸，就算為咗錢都好啦。你馬英九一世清廉，兩袖清風，臨老搞成咁嘅狀況，我都覺得幾多核突咯。我即係咁講，我覺得佢幫唔到阿平少乜嘢嘅。坦白講，揀調翻轉，我覺得有反效果咯。喂，我問你先，你覺得咧，佢係幾時開始咧咁愛慕阿平少啊？幾時開始咁愛慕阿平少啊？係啊，佢由佢第一次開始去大陸開始已經係啦，又話祭祖又呢又路，主動啊投懷送抱。真系，佢系突然间嘅、哦，即系冇先兆、哦，即系好似我爱肥妈咪系突然之间嘅、哦，你觉唔觉啊？错，唔可以同你类比。文俊卿，你爱肥巴，我哋呢度所有听众大家都知道，呢啲唔系突然发生嘅事，呢啲已经系长久以来酝酿嘅事。OK， 唔系酝酿啊，呢、這个系爆发出嚟。你咁样讲系澎湃，即系嗰种爱系澎湃啊。No， 你嗰种澎湃系好早已经有噶啦，唔止激情。OK， 但系爆发出嚟嘅。是我一早見到肥媽咧，佢帶客喺威尼斯人咧嘅時候咧，我已經有呢種愛慕嘅情況噶啦。咁去到而家咧，係忍唔住澎湃到射出嚟嘅就係、是、個激情，你明唔明啊？但係問題，喂，阿馬英九呢種馬英九其實就好似 Happy 伯咁樣啦，佢爆出嚟嘅，但係你感覺到啊，即係佢係爭在咧，你未見到佢咧開心到咧喺阿平少面前咧好似 Happy 伯咁，跟住咧彎低個身，跟住喺度係咁喺度係咁只腳喺度係咁彈嘅咋。真系未嚟嗰下就你知唔知啊？大佬系癫噶，唔 show 俾你睇啫嘛，你都傻嘅真系，咁容易 show 俾你睇嘅咩？你咩料啊？唉、哎，真系啊，呢啲就系 show 俾平少睇噶嘛，你都傻嗨嗨真系。系啦，喂，咁啊，而家咧问题就系咁啦，你傻嗨嗨都一回事喎，但系问题喂，你咁样嚟计啊？你觉得啊，佢得到乜嘢嘅实质好处咧？其实去到最尾咧，嗱，你未估佢好处前咧，你先睇下坏处。嗱，壞處咧，其實咧，我唔知道其實係阿平少清唔清楚啊。而家係不停反效果啊，即係佢越係咁樣 happy 化咧，越係咁開心化咧，咁你覺得喂會對我咧啲台灣嘅人就哇正啊，呢、這個屯門男男係咪阿平少好嘢，跟住一齊愛慕平少咧，會好似即係我哋個台咁樣啊，即係我阿 TU 姐咁樣咁仰慕同埋即係咁為平少效勞咧，會唔會咧？唔會噶，即係老實講，點解啊？喂，佢哋倒翻转咁有敌视喎，但系最搞笑系乜嘢咧？喂，好似台妹蔡英文咁，佢从来冇讲过话佢有讨厌平少喎，甚至乎佢仲系和平先锋喎，成日都话呼吁平少啊，大家都吓点、啊、样要冷静啊，一家人啊，开开心心啊，开开心心咁、啊、即系喂，咁你其实嗱，你台湾真正喊打喊杀话要反平少嘅向来就系得边个咧？就系、是、馆长啊！咁其實管長咁倒翻轉，係咪一帆風順咧？其實都唔係噶。之前咧就係話係成日都會有人攻擊佢啦，甚至乎喺台灣俾人攞手槍 fit 佢六槍啊嘛。你記唔記得啊？個新聞啊，有人啊攞真槍實彈喎、啊，射咗管長六槍喎、啊，都射唔死佢喎、啊。你媽咁呢先真正恐怖啊！你以為嗰個咩對窩啊叫巴冷閉啊？屌收皮啦、啊！你以為唔驚叫巴冷閉啊？大佬管長啊，台灣嗰個管長啊！佢俾人攞真槍實彈啊，打咗六槍啊，都入醫院都死唔去啊，知唔知啊？我係知啦，知。但係你要知道喎、哦，館長係啊，館長佢而家俾人反水得好緊要喎。咩反水得好緊要啊？即係佢而家又愛國啦，忽然又愛國啦。佢而家係撐啊邊個噶嘛？平少。唔係撐啊！點解台北市長嗰個咩啊？柯文哲啊 ，OP 噶嘛，係啊。但係問題，喂，但係問題，佢去到而家，佢都係話佢唔躲平少噶嘛。嚇、啊！聽住先啦，呢啲
嗱，咁個重點咧，其實台灣咧以前咧就淨係得管掌啲眼看啊，先唔妥榮少㗎咋。咁其他喂，其實啲人咧對佢冇咁即係咩？但問題係一馬英九做完之後咧，令到台灣好多嘅人咧就唔妥榮少，係唔妥到出面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嗰樣嘢有四個字咧，去阿馬前總統咧，其實四個字咧就叫乜嘢咧？嗱，放心，唔係我哋唔講咗嘅，唔會係丟你老母啊，就係、是、丟人現眼啦。喂，你幾廿歲先走去丟人現眼啊嘛？呢下先支持撲撚街啊嘛，係咪啊？有時啲嘢，喂，你即係有時啲嘢咧，好似我哋話齋，人咧去到某年紀咧，有樣嘢咧就叫做係即係骨氣啊。有種嘢就係喂，即係做人有啲節操啊。台灣嚟計啊，用台語啊，有啲節操啊。咁你去到而家先咁樣一哭二鬧三上吊，跟住喂，仲要去表達你呢個同性的愛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就倒翻轉一個反效果嚟嘅，唔知道兩位兄弟認唔認同啊？係令到台灣係突然之間，因為佢老人家咁嘅舉動咧，跟住搞到原本唔討厭嘅都變咗討鳩厭。你認唔認同啊？其實好多嘢積累嘅，好多嘢積累令到啲佢黑人憎嘅，即係台灣入邊，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嘅，即係你譬如太陽花運動啦，點解會有太陽花運動啊？嗯，其實當佢一做太陽花運動嘅時候，佢就註定咗台灣人會唾棄佢同埋嫌棄佢啦。嗯，好簡單嘅啫嘛，你做啲嘢出嚟，人哋就係咁噶啦。嗯，嗱，咁關於咧有聽眾提到咧，就話喂，會唔會咧有唔有內情嘅咧？例如內情一。就係、是、馬英九咧去大陸嘅時候啊，就嚇可能中咗伏，跟住咧俾人咧捉咗黃腳雞。咁啊，咩叫捉黃腳雞咧？就係、是、即係例如嚇、啊、有某啲人咁樣，可能都幾十歲人啦，就同咧即係可能十零歲嘅後生少壞咧就發生性關係，跟住又俾人咧就安個名，就例如我啦，例如就從此以後咧就唔叫你做咩司徒愛國啦，就叫你做司徒十一咁樣。咁樣啦，咁呢啲叫捉黃腳雞啦。咁第二種咧就係、是。搞咗有夫之夫咯，明唔明啊？即系喂，咁搞有夫之夫咧，咁嗱系有夫之夫啊，讲错咗屌！嗱，今日搞有夫之夫咧，先老实定两样都有搞先，文俊兄有画面啊！嗱，认真一句啊，你听我讲先。我哋咧作为持平嘅节目咧，我哋系唔应该讲呢啲嘢嘅。但系如果你要我，如果講咧，我都可以咁講。我哋正式定奪咗咧，我相信馬英九都係瘦為主嘅。我唔知阿 J 兄同阿 Ken 哥點睇啦。即係如果你問我，一同你屌你老味，哇！我同你做咁多集，呢一集最撚難頂啊，大佬。一同零咧，我相信馬英九絕對係零噶啦，係咪先？即係嚴格嚟講，嗱，我絕對冇任何歧視啊。咁但係。但真的滑撚突啊嘛！咁你咧去到而家呢個咁嘅關頭，其實喂，我覺得佢係加速咗個加速師啊，加速咗個死亡啊！咁跟住，我想象到個畫面就係小狗我來了。嗱、啊，第一我咧就心臟唔係咁好，你咧就唔可以引用。第二，你引用咧，你要講個出處，要講個名著係乜嘢，就係叮當，即係哆啦 A 夢入面咧就好出名。有一個係關於咧呢個係叫咩啊？嗰個叫牙刷仔叫咩名啊？阿福係咪啊？同埋係啊，同埋阿紀安啊，唔係新紀安啊，新就咁紀安啫嘅一段嚇、啊、友情啦咁嘅事，咁樣咧嚇、啊、即係大雄嗰個來懷念初堆啊，係啊係啊，喂屌唔好咁樣加呢首歌落去啦，大哥古惑仔我好撚中意啊，喂有時啲嘢係咪先？咁嗱、啊，即係講到呢度咧，我都嚇、啊、無謂再多講啊，因為今日呢個只係補翻嘅啫嚇，都過場動畫嚟嘅啫。好啦，咁過場啦，兩位兄弟有冇啲咩補充？如果冇，我哋落下個話題啦。我有少少補充嘅，咁其實頭先我都講咗啦，一個政治人物嘅咁嘅，我唔知係咪叫墜落啦，定墜落啦，定唔知咩落啦嚇。總之就俾人唾棄成咁咧、嗯，即係原本連撐你嗰個黨，而家得翻啲魚毛蝦米去所謂嘅接你機咧。咁
即係做人做得咁撚坎坷，何苦咧？何解咧？嚇、啊！咁當然啦，我完全撐佢噶，啊，係咪先？即係我身為一個中國香港人啊，啊，咁一定係撐佢噶啦，嚇、啊！即係和平統一到台灣好啦，統一唔到咪打鳩佢咯，屌你老尾！我係平少就係屌你老尾，就520嗰日就揮軍打柒佢，你老尾做總統啊！你老尾係咪先？我愛你啊！吳威靈啊，仲要我愛你啊咁樣啊，等下不可以啦！我哋廣東話唔愛你啊嘛，吳威靈嚇咁啊，簡單啲嚟講啊，屌嚼柒佢老尾閪啊！講咁多做咩啫？屌，既然呢條友仔又識成日識得。喺度攞少少錢，跟住又做唔揾到嘢嘅啲咁嘅廢人，屌你咩！征服完台灣嘅時候，咪清算佢咯，正手。你講得啱啊，愛係要做出嚟噶。啊，得係啦。你係要好似飛彈咁要射出嚟噶。咪，唉，真係啊！千祈唔好咁樣咩含羞答答咁樣啊。係啊，即係你唔係暗，你唔可以暗戀，你需要好似我咁。是不是要明亂集集都收集一定是含的没收收集集的那個是馬英九齋含明白啊即你 那個是馬英九你 不可以 這樣說的喂你擔不擔啊文俊卿、啊、你擔不擔、啊、我聽不到你說什麼你擔不擔喂你说什么话你不要扮听不到啦、啊、我问你担不担心今晚黄标啊这样说喂Ken哥啊喂是 Hello, Hello 我问你我问你担不担心今晚黄标啊是 Hello, Ken 哥啊那么呢虽然收得不是那么好但是不要紧啦那么呢因为新闻呢都影到啊就是呢那个台湾呢那个发射基地呢飞弹啊就被 Google Map 影到、啊、你有没有知道那段嘢啊 Ken 哥冇啊，冇留意到啊，有段咁嘅嘢咩？我影到咪啱咯，俾人知道曬咪好咯。誒、哎，真係。係啊，咁啊，直情係影曬出嚟啊！咁啊，嗱，坦白講，台灣有幾大啊？咁啊，俾人影到，屌，影到咪影到咯，係咪啊？好似嗱，你話齋，影到咪影到咯，咁又點啫？係咪？咁點撚樣啫？係咪先？你真係夠撚打字算啦，屌！係嘛？即係咁，你話喂，好恐怖喎、啊！又有嚇嗰啲大曬飛彈啊，乜嘢都有喎、啊。嗱，咁同埋嗱，即係有張圖片啦、啊，即係俾阿 Ken 哥擺出嚟，幫手擺出嚟啦。唉、哎，真係嗱，即係好似啲愛咁樣嗱，呢圖片要擺出嚟啦，幫手。短短啊，大家短短啊。係咩 BL 啫？诶，你唔好再下下讲 BL 好唔好啊？仆街！我谂谂下咧，阿平少系用心良苦，未收复台湾就先收复呢个台湾前总统先。呢只马牛加狗啊！呢个系收真系收复人心啊！先收咗先，系咪先？啊嗱，你冇收埋平少张相啊！嗱，因为佢耀武扬威，一定要啊，要摆住张出嚟。贴贴服服攻打完成咗啦，咁下一步先收复台湾系咪？系啊，嗱，你睇下，嗱，哇，呢个 Google 啊，影晒啦，哇，大佬，哇，嘣嘣嘢，哇，收咩嚟啊？诶，啲嘢咁细碌嘅，边度教噶？我哋啲东风劲过佢哋啊，东风几型嗰啲。哇，真系东风二型啊，嗰啲啊。我觉得佢呢个 size 啊，就算射两支过嚟尖沙咀都冇事啊，屌。系冇事，咁精准打击嘅啫嘛。超乸声。喂，我哋阿强哥，屌我哋阿等 Sir， 有一个球巴 ban 埋去 ban 谂翻台湾啦，系咪先？咪啫，我哋先一个人都顶咗两支去啦，屌！系啊，真系啊，仲有阿等 Sir 嗰套消防员衫咧，淘宝有得卖未啊？啊，淘宝有啩，唔知喎、啊。要睇下，因为嗱，其实咧嗱，淘宝咧嗱，最近咧，其实喺。即係呢個解放軍咧入面咧，咁啊派咗一個軍章啊，咁樣咧嗱，呢個章咧，咁我有張實物照俾阿 Ken 哥可以幫手擺出嚟，咁我覺得咧，其實擺出嚟睇下都幾好喎，即係係咪先？嗱，你係如果你大陸咧，你當兵咧，你會收到噶啦，咁跟住你可以咧將佢裱喺任何你覺得嚇、啊，即係你好中意嘅地方，例如你裱喺個帽上面啊嚇啊，裱喺你頂帽啊，裱喺個背囊啊，邊都得嘅。咁我嚟計啦，我係個平民嚟啫。咁我即係我想要，但係我冇啊。咁樣咁，唉，即係好想要，但係真係冇辦法。咁但係呢樣嘢我見到都開心啊！即係阿 Ken 哥幫手擺出嚟。咦？哇！快啲擺上嚟，應該等我睇下，又使唔使揾翻頂老帽表一表先？唔係，你收埋個導彈張相，跟住將嘢放大。哇！真係犀利啊！呢、這個
系啊，哇！大家睇下，基本上我谂住啊，啲我谂住即系，第日有机会咧，如果有出啲翻版咧，即系入翻十张八张送俾我啲听众先，见面啦。哇！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啊！哇！哇！关字系咪写错咗啊？唔系咯，应该系妹字系嘛？你觉得嗰个人个样咁啲似马英九？唔止，咁又唔止，系嘛？嘟嘟嘟嘟嘟嘟，哇，几犀利啊！我几耐冇见过啲窗前面仲加把刀仔。系咯，我好赞成，但系我好赞同阿 Ken 哥嗰个讲法，应该将林美个字写翻个妹字，跟住嗰碌窗咧就改咗第二啲武器，咁就切合翻。而家 Ken 哥啊，系，咁啊你悲观啫，你都见唔到吓，即系加刺刀嘅好处。我都見唔到加刺刀個好處啦，我就係諗住嗰個係改做第二樣嘢啊嘛。都一樣一碌嘢嘅，都一樣可以換第一碌嘢嘅。唔係咁，如果俾你獲發呢個咁精美嘅勳章，你會將佢貼喺衣服同埋你嘅背囊上面咧？我貼喺額頭啲咪成。好，我們一定要解放台妹。好 ，OK， 咁啊嗱。即係啊，睇下啦，有冇機會咁啊？到時咧，我啊、你啦、J 兄啦、金家人啦，咁應該第一日一個啦，係咪先？啊，槍頭要加杜蕾 B， 係啊，喂，鬼馬啦，聽眾你。咁上次咪有聽眾咧，咪俾咗個三體嗰條 link 我嘅，咁其實咧嗱，我而家咧我就會即係睇曬之後咧，我就會寫報紙啊。咁樣咧，咁兩邊啦，即係叫做話而家鬧雙包啦，有呢個叫做外國版啊 ，Netflix 嘅三體，又有呢個騰訊企鵝版嘅三體啦。咁我會睇曬先嘅，咁要睇曬之後咧，我就會擺上報紙噶啦。咁其次咧，為咗響應三體，第一開始咧，咪即係講文革嘅，咪打多牛鬼蛇神嘅，記唔記得啊？係啊。咁樣即係睇下咧，阿鄧 Sir 需唔需要咧？咁啊，下次咧必要時咧，咁我哋啊。幫手啦，睇下有冇啲咩牛鬼蛇神咧，要打到我哋去幫手打到啦。哦，係咪咁講啊？即係嗱，去到其實都冇人性噶啦，係咪？有都冇所謂啊。睇下有啲咩人需要出賣嘅，就同我哋講先。咁跟住咧，我哋就個個都笠頂嗰啲，即係嗰啲紅衛兵嗰啲帽啊，跟住上面咪貼住嗰啲章咪得咯，係嘛？咁大鑊個文章，你知唔知道三體第一開波第一集？一開波就已經即係我講 Netflix 版本就將阿老師上台批鬥嘅咯，跟住要攞皮鞭抽鳩佢嘅咯。咁你諗住邊對象啊？打過我啦，哎，是嘛？你啲係去抽佢啊？抽老師，抽邊個？抽黃河老師？冇啊！一百年幾用抽佢？冇啩，大哥？係嘛？好大鑊嘅喎，係嘛？嗱。嗱，我睇你表啲，我真系唔同，系唔可以打佢批评嘅。OK， 好啦，咁我哋就即系冇补充咧，我哋要落正题啦，我哋落下一个话题好嘛？好，系啦，咁我哋下一个话题系乜嘢咧？咁样，好，今日咧就唔会得拖噶啦，今日会讲得好清楚嘅。嗱，头先我哋一开波讲咗呢个闸马试咗成功啦，系咪？哎，好，我哋今日条题系乜嘢？唉，仆街真系，而家成日睇唔到条题，又睇唔到人数，真系好仆街。基金地产公司连环爆，得啊？系咁会否成为中国嘅雷曼事件？跟住后面问号系咩嚟噶？我净睇唔到条题啊！问号问马集会是否成功？系跟住最尾咧，读埋啦，读埋。美日非峰会对亚洲影响。哦，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沒做功課，一會交給 Ken 哥說了。好了，那我先說了，這個基金地產連環爆。好了，那這個連環爆是怎樣呢？其實今天呢大家呢都應該會看到的了，就是呢這個呢平安基金呢，就是這個平安的、保險啊，哇，這個集團都糟了喎，都爆炸了喎，那些債又來到了，兌換不到，找不到數了。那其實呢，那一直以來啦，那你見到地產商啦，那不用說的啦，恒大啦，跟住跟你說，喂， B 貴園啦，是不是？跟住還有大陸又有很多其他的中型的地產商都是這樣糟啦，是不是？即是兩位兄弟都有聽聞啦，是不是？那你兩位覺得爆雷那裡怎麼樣？我要拿東西喝，所以你們說著先。爆雷嗰個咁，其實呢啲一早消化咗啦，市場一早估都會咁啦，所以就之前你唔走唔放，咁係你天真啫，
阿J英你觉得呢？我是那句啦，如果有听我们台的忠实听众，我不相信有哪个拿了东西的，是不是？那外面那些不是，都是要补回那句啊，J英，我们的屎忽撞棍真的很冷重，很冷硬，镬镬硬一硬啊，真是。是啊，真是全靠阿Ken哥你真系照住，加上阿文俊卿发功，咁我哋有啲棍就撞得好硬。啊，即系文俊卿嘅啰柚大，所以下下都撞得硬，有种。系啊，计小英，计小英之后，佢系第二个啊，系咯。各位英九之后，我真系，即系我觉得咧，有阵时咧，大家要明白啊，九运啊，离火啊，特别多骗子啊，特别多嘢变幻莫测啊。要爆的就繼續爆啦，咁就好似我哋細個玩炮仗啊嘛，嚇連環炮，啪啪啪啪啪，咁啊正常噶嘛，先至係咪先？即係我成日都講四個字噶，陸續有嚟啊嘛，係咪先？聽過嗬？啊，咁啊陸唔陸續有嚟，我唔知啦。不過你話其實呢啲一早市場遇到嘅，即係預料到嘅嘢咧，大家就唔使驚慌嘅，驚恐嘅，唔需要驚。即係你一早已經預定呢一樣嘢會發生咧，咁就得噶啦。除非你冇預定啫，啊咁你冇預定我都幫你唔到啦呢啲。嗱，咁我又翻咗嚟啦。咁我咧就喺雪櫃度咧就攞咗個陽光檸檬茶，真係好好飲啊！即係嗰個綠色嗰個咧陽光檸檬茶，我驚咧遲有一日咧呢啲香港品牌都冇賣啊，即係彎水啊。咁啊，但係坦白講啊，咁啊澳門咧其實陽光檸檬茶澳門廠自己整嘅喎。唔驚，有國企可以收購嘛？驚咩啫？我唔係啊，我覺得都即係可能我搞啊，因為維他咧就喺大陸係有站啊，有分站啊，但係陽光好似冇，真係冇。陽光係可樂公司噶嘛？我見陽光喺大陸個即係冇話飲到啊，冇話特別啊，所以我諗緊，因為陽光會冇鬼阻你啊，大陸即係唔會啊，冇鬼阻。陽光是 Coca-Cola 的 Coca-Cola 不跟打這個太古汽水廠這些不怕 OK 是啊哦好啊所以去國內沒有不奇啊哦好啊那其實在說呢這個平安啊這個平安集團啊後面就是平安保險啊其實呢這個就是很出名的一個呢叫做說是前領導人的一個家族呢持有嘅，咁啊入面咧就包括有唔同嘅人士啦，咁啊亦都咧又關乎咧之前咧有一位嘅總理咧就好似阿劉德華咁咧影帝嚟噶嘛，唔知你知唔知咧？即係去到邊咧，佢講嘢咧都會講一啲咧嗱，即係好似三體咁樣，令人摸不著頭腦，但聽落又好撚偉大嘅一啲好宏偉嘅一啲説話，跟住有時咧突然之間咧好似肥媽咁樣，又好直接，又嚟一啲咧。好感動人心嘅説話，跟住咧，喂，甚至乎行到出去，哇！你會以為咧，其實佢先係黃絲喎，佢講啲嘢比黃絲更加黃嘅喎。喂，你覺得黃之峰夠黃咩？你覺得喂啊嗰啲咩啊梁國雄嗰啲、黃之峰嗰啲咁樣叫黃絲都唔係，佢先至係。你哋知唔知噶？你哋有冇睇過佢出面啲訪問噶？冇喎、啊。哦，嗱咁唔緊要，因為其實咧，琴日啲聽眾咧，其實嚇。都即係有時話個客時，唉、哎，文俊呢條友問埋啲嘢，冇人答到你咁樣，好唔緊要。咁我答你啦。咁其實咧，如果你以往你有留意啊，出面對外啲訪問咧，尤其是喺外國嗰啲咧對答咧，有發覺咧，乜嘢叫口不對心莫自勁咧？嗱，除咗係曾志偉咧掌門人嘅一個節目之外咧，其實咧嚇呢、位前總理就犀利啦。咁啊呢位前總理咧，點為之口不對心莫最勁咧？咁其實其中一樣嘢咧，佢嘅嚇。親信啊、好友啊、朋友啊、家庭咧、啊，就係、是、擁有啊。其中一個咧，我哋即係琴日我哋喺節目咧，去後面嗰段位可能比較難少少去理解嘅，即係究竟喂點解嗰啲啊，即係持有點解個平台啊，就白手套嗰單嘢嘅。咁其實嗱，佢嚟計，佢作為一個啊藝術嘅，即係冇話演藝啊，即係叫做一個新政身份嘅演員啦，但實質嚟一個政治上面響當當嘅身份啦。咁而家嚟計咧。就當然冇咗總理啦，係咪先？即係李自從李克強啦，跟住嚇即係先由咗之後啦，咁進化咗，
咁比卡超變咗，比超變咗個比卡超啊，即係而家變咗李強啦咁樣。咁跟住李強而家又冇埋啦，仲理髮布會都冇埋啦。咁甚至乎咧，又好似咧翻去寫悔過書，唔知而家檢討成點啦。咁跟住而家嘅總理咧就係冇咗啦，分分鐘咧遲啲咧就可能由阿平少兼任埋嘅，即係可能唔奇噶嚇。咁但係其實實際咧，以前咧就呢個位係好重要噶嘛，對不對？咁你即係以前嚟計，禮朝好似阿賴業興咁樣咧，咁啊，其實賴業興嘅時代咧，其實總理啊就係邊個啊？你兩位都應該知嘅啦，係咪？咁其實反貪打貪第一人係邊個咧？現代梗係平少啦，咁以前係邊個？朱總係以前啊，係以前就係呢個朱先生啦 ，Mr. Pig 啦。咁 Mr. Pig 嗰個時代，嗱你咁樣啊，咁樣話我哋前高。系咯，你侮辱咗我哋朱总啊！我好尊敬佢啊，分钟我送个棺材俾你噶。好，一人一副啦 ，OK， 咁嗱，咁跟住嗱，我哋喂讲埋先啦，屌，咁嗱，跟住咧，其实阿 Mr. Pig 嗰单嘢咧，喂，咁梗系嗰阵时，梗系呢个位置啊嘅自高峰啦、啊。但系问题就唔系钱捻嘅自高峰、啊，咁去到其实钱捻自高峰咧，就系、是、我哋之前啊，你话呢位直情系阿刘华咁嘅影帝级嘅呢位咧。的高層，跟住佢擁有嘅，咁仲有佢擁有嘅係點啊？佢擁有多於一位好精明、好勁嘅白色嘅手套。套嘅串連之下，我哋琴日講過啦，要成大事，必先有乜嘢啊？即係佢哋古代咧，劉備啊，講到明要卧龍鳳雛啦，咁現代需要乜嘢啊？哦，銀紙，掌山計大條。系嗱，呢啲系废泣嚟嘅。嗱，我都必须讲清楚。第一，你需要白手套；第二咧，你需要咧系可以供应到数量，可以系批到个量出嚟，做呢啲原料嘅原材料嘅批出嚟嘅嘢，嗰啲叫乜嘢？嗰啲叫国企。跟住国企之后咧，你仲要一个平台，跟住要平台就系咩？一个公司，咁间公司仲要系上市嘅。咁咧串联之下咧，就有齐咧。之前咧，咁曾几何时咧？咁呢位总理咧？佢直情係加埋身邊啲好朋友們啦，即係好似喂叮當隔離有咩啊？咁梗係有紀安啦，有咗紀安就有咩啊？梗係有大雄啊嗰啲啊，咁加埋呢堆咁嘅夥伴們啦、朋友們啦，咁跟住就一齊咧，好熱血啊，好開心咁樣咧，就擁有住啊，擁有住乜嘢啊？就係極大量當時曾經有一個集團，哇！權傾呢個朝野，講緊唔係國內啊，香港都係，係乜嘢啊？有一个集团吓，佢同你讲，唔知佢叫乜行集团。咁呢个乜行集团嘅，梗系犀利啦，系咪啊？咁乜行集团后面又有咩嚟啊？佢哋叫一个系咩系嚟嘅呢个？就是、有三个字好出名，平安系。两位兄弟知唔知我讲紧乜嘢？我梗系知道你讲乜春啦。系啦，咁你知道我讲乜春就可以啦。Ken 哥记唔记得到咧？跟到未咧？都跟到啲嘢。好啦，咁我哋又要翻翻嚟啦，等阵先。真系好开，饮啖柠檬茶先。系有咩放埋有阳光？边度都有阳光。诶、正啊，真系好饮。即系我喺大陆冇得饮，翻嚟澳门咧，我真系好开心啊！有阳光柠檬茶，又有嗰个叫咩啊？我好中意嗰个叫咩？那个维咩港诶维他咩维他嗰个奶茶咧。是香港奶茶，即是它是、特別是茶味濃一點苦一點的，即是你不是只有一個甜的那種。好了，回到來先，跟著呢剛才講到這個平安系，平安系呢裡面呢它籠罩住那個範圍很大的、哦、當時呢、那個範圍大在什麼、啊、喂那、你說喂那是不是都是那些、啊、飛枝啊那些什麼什麼什麼行什麼行那些那樣，那固然思議啦，如果不是它為什麼叫什麼行、啊、叫什麼行原因就是它當時佢收購咗嗰啲叫做話跨國跨海嘅公司，跟住提供嗰啲飛機啊、運輸啊嗰啲東西啦。咁之後仲有大家睇到嘅，例如而家同你講啊，即係前機場啊，即係叫乜嘢啊？啟德一帶咁嗰啲有啲地皮啦。咁嗰陣時喂喺咁多年前，咁嗰陣時有啲地皮又落入咗，因為都講過啦，佢透過嗰啲手套啊，啲手套有啲係喺啲。博彩業界啊、賭界咧係有名氣啊嘛，咁跟住就會牽涉到咩啊？喂，可能有啲嘅地皮嗰啲嘢咧，其實就係會交落咗落去嗰啲人手上去 hold 住，而白手套唔止一個嘅時候咧，
就佢冇话得一个啊，佢可以系下面有几个白手套帮佢做嘢噶嘛。喂，咁你咁样的情况之下，跟住可能会搞到后屘意味乜嘢啊？可能讲紧系几年之前，甚至即系讲紧都好几年噶啦。跟住咧，甚至乎萧文俊都未搞啲咩什么网台未成之前啊，都可能会啊，诶，有时嗰个香港又帮啲老细卖地啊，又去做啲咩吓，做啲查册啊，跟住又去咩三毒又冇高空啊，点解搞呢啲无聊嘢嘅咧？就因为要搞嗰啲地，但系点解嗰啲地围嚟围去啊，都同你讲都系啊，围住啊，喺围住个旧机场附近啊。或者嗰啲啊，土咩瓜咩环啊，唔知咩红咩冚啊，即系咁多呢啲咁嘅地段咧，咁样咁个情况，定系话俾你知啊？咁嗰阵时咧，佢直情系炒起啊！炒起意思系点啊？佢直情系买啊！即系以一个咧叫做话以地最形式落去扫啊！咁当时其实配合佢哋做嘢嘅咧，咁你话香港，你觉得有啲咩大马沙大马沙会同佢哋一齐玩嘅咧？大马沙。我又真系唔识喎呢啲，系阿张知唔知啊？哇，大佬，咁啊，起码有我哋阿大佬啦，我谂真系，诶嗱，唔使谂啦，我开估啦。嗱，咁嗰阵时咧，其中一个同我哋行得好埋，同埋会猜嘢嘅猜波嘅大 master 咧，就系波叔。咁而例如咧，好简单，阿波叔咧，其实咧佢喺呢个油麻地咧系有栋酒店噶。大家可能係一般嚟，可以而家嚟，你冇留意賣地啊，賣嗰啲叫做話連地皮連整棟物業嗰啲，可能你冇人留意到啦。波叔除咗持有商場、老人院之外咧，佢持有酒店喎。咁持有酒店咧，咁其實當時咧，佢同你講咧，其實波叔咧，佢有兩個 project 嘅，一個咧就係油麻地以英文字母去為首嘅一棟酒店。咁跟住咧，第二咧。佢就持有一個咧，就係咧喺呢啲即係叫做話喺呢個舊機場附近望住呢個嚇嘟嘟海旁嘅一個酒店，跟住而酒店咧開頭係由波叔再交位由白手套 A 交俾波叔，波叔交俾白手套 B， 咁於是點啊？於是白手套 B 佢就要將呢個酒店就要去賣出嚟，跟住咧就要揾啲人去啦。咁身邊，例如喂，佢下面身邊嗰啲人，可能都係嚇，例如可能有唔同啦，可能有專科係收數嘅，係營運賭場嘅。咁啊，揾個醒啲嘅夥計啦嚇，信得過嘅，但係又可以去做下啲地皮嘅嘢啦。咁地皮唔係你想賣就賣㗎，你要有牌先得㗎嘛，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好正常。喂啊，好似即係追興你實知㗎啦，呢啲嘢咧有牌先做得嘅，係咪？咁你唔同話喂就咁嗰啲啊？喂，濕鳩嗰啲啊，你係中原咁樣賣新樓盤啊，咁樣孭個 agent 牌咁，你唔買得噶喎，因為牌有分兩個啊嘛。例如你做地產牌有分呢個咧，即係可以賣地皮，同埋你個人係幫代理嚟去做中售啊，嗰啲一般嚟講嗰啲牌，即係俗稱嘅叫 E 牌同 S 牌啊。嗯，係啦，咁跟住咧喺入面咧，咦咁啱咁哦，睇下邊個夥計邊個兄弟。有呢排嘢哇冇啊大佬阿哥全部收數嘅啫喎，邊會有啲咁？哦，跟住嚟之後，哦原來哦個撚樣，個撚樣有啊咁樣，邊個撚樣咧？原來就係私人外國，跟住私人外國有，點解會有嘅咧？咁啊呢啲啊當然係嚇，即係有啲淵源啦咁樣。咁跟住咧，所以咧咁當時咧，佢就將呢啲咧白手套嘅東西咧，就交俾呢個私人外國咧，就走去咧。幫手去跟啦，所以先外國咧識得曬嗰啲咩保高空啊，識得咧有啲乜嘢要割街啊，要攞分啊，另外要點樣去攞去二讀三讀，識曬呢啲程序嘅喎。咁跟住咧，當陣時咧，其實就係同咧呢啲嘅係嘅人咧，原來去交手。咁而交手當中咧，咁當然啦，你交手咁緊會遇著一啲喂，你都要揾啲賣家，揾啲人接貨啊嘛，係咪？咁我當中可能有啲人啦，咁就係、是、喂。即係嗱，好似阿浩明兄啊，司徒浩明兄，我哋司徒街嘅浩明兄就話啦：啊，香港有好多隱形嘅板的家族係有嘅。咁我嗱冇夾過啊，真係冇夾過啊。好，跟住要講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即係要講一講啦。咁其中有個咧，就喺我喺香港同佢喺馬會識嘅。咁馬會啲咩地方咧？就咁應該係有啲身份嘅人啦，咁啊大家飲嘢食嘢啦，咁樣嚇飲下午茶啦，咁跟住咁佢後面係乜嘢嚟嘅咧？咁原來後面咧佢就係咧記唔記得我哋講過92年時候咧有一位叔叔
佢經過呢個八九六四玩完他之後，佢把心一橫，決定要搞經濟，跟住搞撚到咧，哇！屌，成班翻去大陸啊，跟住要整廠啊，整貿易，整批發啊，跟住大鑊埋深圳、東莞、廣州，記唔記得啊？個叔叔係真係唔記得喎。真的不知道你讲的哪个啊。好是这样啊。唉，真有时候 很大镬的。因为。这样先。嗱，我讲一次啊。其实呢 ,92 年的时候呢就有个人叫邓小平。跟着呢他就南巡，跟着呢就会搞旺整个深圳、东莞和广东的经济。咁、我當時咧就識得咧喺馬會識得一個咧嘅紅三四五六代，咁佢咧就係、已經係住咗喺香港咧一段時間，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後面咧就係、呢位偉人咧後面不管黑貓白貓都係好貓呢位仁兄咧家族入面嘅某人嘅直屬嘅關係，跟住某人關係咧都唔夠硬嘅，咁你點為之夠硬呢？你以前講緊十大元帥咧，咁有邊十個啊？咁其中我講幾個嘅名啦，咁有一個叫賀龍啦，有一個叫葉劍英啦。咁其實咧，咁緊要做乜嘢咧？咁你講緊十大元帥入面有啲咧，就即係去到後屘長命百歲啦。咁啊係講緊係主席嘅保家啊，咁樣咁啊同一啲咧愛國分子咧，甚至乎當時係有啲叫即係係有啲背景嘅愛國分子啦嚇，即係我唔。話俾你知，即係我哋斯圖加都有個好出名喺開國時候開國大典啊，係企喺個城樓上面嘅。咁跟住咧，當時係同呢啲相關嘅。喂，咁嗰啲啊，即係嗰啲嘅老人家，咁跟住，咦，佢唔搞政治咯，咁點啊？佢又拎住軍權。咁結果咧，咁啊，你嗰陣時扶咗阿主席上去，咁啊保駕護航有功，就大放就叫做話咧，喂有功喎、有勞有功咁點啊？梗係開心啦，發達啦，係咪先發大財啦？咁跟住喺後面咧就犀利啦，喂咁啊有呢啲十大元帥家族又有咧，喂咁啊犀利啦，黑貓白貓嘅家族撐住啦，咁所以點啊？咁咪就話啦，咁我哋咧其實可以咧幫你去接盤嘅，即係接我頭先講嗰啲嘅貨啊，咁接頭先嗰啲嘅貨咧。咁呢個時候，咁我都講過啦，你要成大事嘅，你要有白手套啊。第一件事啦，你有白手套啊。第二件事嘅，你要供應物料出嚟嘅公司啦，簡稱下係嗰啲國同埋央嘅嘢啦。跟住之後咧，咁你都要一個嘅平台去接噶嘛。咁你個平台咁就要係最好係上市噶啦。咁上市咁你就可能咧會牽涉一啲公司，例如咧。例如啊，阿成哥啦，系咪先？哇，成哥系咪啊？你嗰个咁嘅吓，咁啊长又长江又黄河嗰啲系咪？咁例如仲有啦，有个女富豪啦，先游咗啦，叫唔知有个叫小咸咸噶嘛，系咪先？喂，你谂得到啊？你个大咸湿真系系啊！喂，咁啊小咸咸咁，佢哋喂。嗰、那個啊，係咪啊？嗰、那個咁嘅茂利集團，咁誒仲有啊？咁仲有啲乜嘢啊？有嗰啲咧，唔知嚇、啊，又新又舊，又唔知點樣又機嗰啲咧，係咪？咁喂，咁其中一個，咁仲有啊？有個叫數目字嘅啊，乜嘢倉咧咁樣？我唔講啦，我唔講啦，自己諗啊。啊，冇乜嘢倉咁樣，咁、那個狗乜嘢倉嘅話，係咪後面仲有個附屬集團？又叫乜嘢記嘅喎？咁樣搞乜嘢記？乜嘢記負責乜嘢？佢話佢咧掛出嚟，佢就話：，咦，佢係負責咧呢個港口，同埋負責咧嗰啲港口工程啊相關嘅東西嘅。嗯，係啦。咁跟住，去到乜嘢記嘅時候咧，咁點啊？咁乜嘢記其實就係做平衡呢個角色。咁所以咧，其實咧乜嘢記咧，就同而家咧嚇。這個的什麼系呢，其實當陣時就是千絲萬縷的關係咯。嗯，那接下來會不會是什麼技就會出事呢？接下來其中會不會其中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number 的就會出事呢？就很難說的啦。 number 鋼不是那些蛤、啊、你這樣說就是 number 鋼來的。你那單因為其實呢
你那個關係咧，其實就好直嘅，同埋佢哋個關係好直接嘅。咁咧，其實當時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咧，留意下新聞咧，點解佢同你講？其實喂，喺佢呢個嚇嘅航空公司出咗啲問題之後，跟住就牽涉到就而家佢呢個嚇平安都變到唔平安啦。咁跟住點咧？其實我講到咧，其實嗰個乜嘢計咧，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嗰個母公司咧。中間佢又話俾你知，佢又例如佢有啲嘅發展項目嘅發展地皮，佢放棄咗嘅喎。喂，你好地地，如果你條路係咁平坦嘅，你啲嘢係砌得掂嘅，點會放棄啫？嗯，邊個啊會咬到口嘅肉啊會鬆咗佢啊？你咬擺落口嗰嚿一定係熟咗嘅肉嚟噶嘛？你唔會未煮熟擺落口噶嘛？只有我啲戇鳩先會做啲咁嘅事嘅啫。但其實好似我啲戇鳩更加冇可能。點嗰嚿肉啦，係咪先？嗯，但係佢哋唔同喎、哦，佢哋已經齊曬所有嘢啦，佢又可以淨係攞隻手將一嚿熟咗嘅肉攞出嚟，都唔使再槍兩槍啦，直接落去俾你食。喂，你覺得喂喺香港有冇咁嘅事啊？唔係要投嘅咩？嗯，如果我同你講，你入場投舉牌嗰啲，如果已經安排好曬，問題你投嘅時候。不如咁啊！你有冇谂过反向结果咧？有人举，同埋冇人举啊？嗯，咁我冇人举，所有手摆低晒，你全部清一色扫匀嘅时候，所有手摆低，我净系内定咗。嗱，譬如我内定咗啊，而家净系我同 Ken 哥、火鸡兄坐喺度，跟住火鸡兄永远只手要垂低嘅，但系佢入咗场啦，但系佢垂低嘅，跟住永远系 Ken 哥同我举牌，跟住我咧同 Ken 哥夹定。嗱，你舉第五口好啦，跟住之後咧，你一定要投降嘅，跟住我就 check 你嘅，跟住去到最尾，你又發覺啦，除咗個敲喎，佢個取敲喎取之外咧，你一切嘅都係自己人，好似鄭話齋啊，侯正啊、旁正啊，屌你乜都自己人啊，係咪啊？咁鄭就會同你講啦，就係我會輸，我屌你家姐啦咁樣，係咪啊？你記唔記得啊？嗯。系咪啊？喂，咁嗰阵时个情况咪就咁咯，咪屌你家姐咯。你话啦，咁嗰阵时系咪啊？平少时代，梗系唔系啦。嗰时系交接期，所以嗰阵时咧，平少咧，就算 Even 佢上个位咧，都未系个时代嘅。嗯，系咪啊？喂，嗱，听众嗱，唔可以讲明啊！你一再留名咧，你讲明咧，边个集团咧？我哋一定要。删你留言啦，唔得啊！嗱，唔好讲明啊，呢啲嘢唔好玩啦。OK， 咁跟住嗱，好重要啊！今集，唉，听唔明嘅即系自己闩埋门再听多次啊！真系好重要呢啲，你唔系集集都有啲嘢听啊，大佬系咪啊？放下金啦，支持下啦，屌真系好啦，跟住落去啊，我哋继续讲落去啊。喂，咁头先讲到啦。你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咁你就會噏噏俾你啦。咁嗰陣時其實咧有好多就係咁促成到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實諗翻下咧嗰陣時呢個嘅係同埋呢個嘅航空公司所持有呢個集團，佢不停個資產係不停暴漲嘅。你發現過當時係好誇張啊，係一個唔合理啊。因為你會發覺所有嘢，甚至乎所有嘅工程啊，所有嘅东西都是这样讲啦，间厂又是你的，运的人又是你运的，跟住决定批个压俾你的那个又是你的，跟住拍板做不做那个又是你拍的，跟住去到甚至乎接货都是你接的。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所谓库房那些被人把持被人挟持，现在我跟你讲就真的是把，但是把什么呢？他是把撚，就算他怎样努力呢，他能力几高，就算我哋好敬仰嘅等 Sir 都好，能力高到飞天噶啦，都系唔得，唔系佢个人唔得咯，系个库房唔得，系而家唔得啊，系环境唔得啦。但系嗰阵时咧，嗰阵时就唔同啦，嗰啲先叫真正嘅把持，唔系把撚。嗯，佢把持系点啊？你有冇谂到喂？香港其实留得最多嘅情况系咩情况咧？就系啱啱嗱，我讲一次个时间点啊。曾蔭權之後，七七七之前，
嗰一段時間係最無法無天嘅時間。哦，知啦。咁所以你話喂，其實香港搞到咁樣啊，係咪七一七出嚟鞭屍啊？唔係，最大罪人邊個咧？最撚撲街就係嗰個姓梁嘅撚樣。即係另外個撚把佬啦。係啊。就中意搞屎，開嗰陣時嗰段時間開始搞屎棍啦嘛佢。係係係 ，He is the 撲街入對撲街啊！呢個就真係啊，唔係講笑啊。傾我 PK。嗱，我就係咁講，即係真係咧。做人咧有時有一個限度嘅嚇，咁、啊、你話去到將香港推到萬劫不復咧，認真嚟講咧，我覺得佢就最大責任嘅。佢做到阿一，跟住人哋咪跟住去做咯。七七七係一個女人仔啊，明唔明啊？個女人仔佢做到嘢都係好女人㗎咋，佢食唔到啲大嘢，食唔到大企，好似由最早排啊。嗰啲乜咧？杜拜王子啊，閪擺動盪嗰啲，屌你咪又係佢批嘅。係啊，爆佢出嚟啦！啲人成單咧，屌你根本就你嘅搞屎棍啦，由頭到尾都係搞屎棍啦！屌你老母，香港呢十年廿年多都係咁噶，慘唔少啊！嗯，真係咁講噶嚇。董伯伯有冇嘢做錯咧？如果你一講好呢啲嘢，佢冇做錯噶。曾蔭權咪冇啊？如果嚴格嚟講，你其實倒翻轉喎。可能你會覺得其實董伯伯同埋曾蔭權兩個真係真係好撚好喎，尤其曾蔭權真係為香港好啊！如果係咁講，曾蔭權你成日話佢貪真，佢貪咗乜嘢？佢原來先貪幾清廉啊！屌你老味，真係貪咗幾萬蚊，跟住乜咧大樓送咗隻鋼撈俾佢啊！屌你金撈都唔係，送隻鋼撈，所以鋼撈幾錢啊？只一隻鋼撈幾皮嘢咋，大哥係咪啊？即係時勢好啲，我身體好啲，搏命啲，我做嘢做一年都儲送俾阿 J 兄一隻啩，送咗一隻俾 Ken 哥啩，講撈啫，唔係講金撈喎，係咪啊？幾百蚊一隻咋嘛？係咪啊？你算上啲咩錢啫？其實你諗真嚇，你話佢貪真貪乜撚啫？係咪啊？即係有時啲嘢，即係你真係要講道理噶嘛？倒翻轉，你喺嗰單嘢，即係嗰。即係嗰個時代的情況之下，那些問題有冇被人捉出嚟啊？有冇被人鞭屍？有冇成乜都冇，係咪啊？即係你嗰個始作俑者，喂大佬，你嗰陣時啊，講撚到自己咁撚偉大，又擔緊凳仔內聽人講嘢嘅，屌你老尾，係咪啊？即係你講到自己，哇，真係巴撚閉嗰只啦。咁但係後屘你做嘅做啲咩事出嚟先？嚴格嚟講，係咪啊？即係呢樣嘢其實，就係呢條撚樣擔凳仔嗰條撚樣啊！嗰陣時係特登揾埋啲傳媒人喺背後潑火嚇，這個白粉布啊，係咁同佢合作，係咁唱到阿曾蔭權有咁衰，得咁衰，潑到痕啫嘛。係本身唔係咁緊要嘅，講真的，係佢揾幾間嘢喺度係咁潑啫嘛。即係其實嗰陣時已經衰啲講句司馬超之心就路人皆見，知道佢想點㗎啦。好多裏邊即係好多啲人族嘅都知佢謀撚住個位㗎啦，根本就係啊，條撚樣係。即係嗱，你話啦，老實講，國家領導人喂這個名字你話講到尾啊，咁係咩嚟啊？呢個咪國家 cap 水人咯，大佬佢啊真係唔方唔國家領導人啊！其實你香港咧冤有頭債主咧，你有啲乜嘢你要屌柒啊，要成啊？喂，係咪啊？要去啊關阿平少事啊？我都覺得唔係啊，其實最關係呢個撚樣事，乜嘢都嗰呢個撚樣搞出嚟嘅。點解搞到啊香港啲人話大佬妻離子散啊，國破家亡啊？屌你老味！點解而家冇曬後生仔咧？嚇、啊？點解咁樣？點解老母？又黃之峰、周庭又坐監又成嗰啲，點解冇撚咗蘋果都嗰場？全部都呢個撚咗搞出嚟，屌佢老母閪！我講真啊，係嘛？無可置疑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嘛？屌你話我澳門人嚟嘅咋，真係唔撚關我事啊！但係問題睇唔過眼啫嘛，屌唔通我同佢私人恩怨咩？有撚私人恩怨？講真的真係冇啊！但係問題你根據翻之前所有嘢，喂，有時啲嘢做人嘅嘢。你 cap 水咪 cap 水咯，你又唔好搞其他啦，諗屌！咁你搞其他嘅，你就唔好掂關於錢，唔好 cap 水嘅事啦。邊有得兩樣都要㗎？我全部都要，我要曬咁樣，屌你老味 ！Exactly， 佢就係要咁做咯。
阿炮头啊，系咪啊？我全都佢两样屌啊！佢指住自己长期系地下党员啊嘛，大佬，真系冇佢有恃无恐啊嘛，觉得系啊，佢有恃无恐。你谂下，我哋香港几廿年啲老咗，都怕捻咗佢嘅咩啊？嗱，認真啦，嗱，聽眾們啦，司徒兄啊，其實咧，嗱，即係啊嗱，我哋司徒家族嘅司徒兄啊，司徒浩明兄咧就話啊，頭先講個開國嗰個大功臣啊，司徒美堂，咁既然我哋家族嘅人講，咁計下，我哋要引證佢説話，咁啊啱嘅，咁啊好光榮噶嘛，司徒家巴冧帝噶嘛，真係講真又唔係講笑，咁啊，咁跟住嗱，繼續講落去啊。咁嗱，撈就冇啦，即係咁嘅時勢嘅，我都同佢開庫啊。咁第二嘅，你祈求我身體好啲啦。我每個月淨係食藥咧，每個月咧，我都等於係抌一隻雕陀落海啊。其實，即係我個藥費啊，其實就係啱啱買一隻雕陀咯，撈啊買唔起啊，雕陀咯。咁我身體好啲啦嚇，我搣得佢嘅時候啊，我送一隻俾你啦，冇所謂啊，真係係咪先？即係撈啊送唔起啊，送嘅雕陀都仲可以嘅，我話咁但係嚇你祈我身體平安啦，因為我都要去做嘢，但係好辛苦啊！即係而家你做 YouTube 呢啲已經冇錢啦，跟住嚇我都係嚇好艱辛要去諗啊！即係喺咁嘅時勢之下，其實我同大家咁多位聽眾一樣嘅咋。都唔係過得好噶，其實過得好差，身體唔好啦，藥費好貴啦。咁另外我自己都有唔少嘅家庭負擔嗰啲嘢噶嘛，所以其實我同大家都面對緊同一樣嘅嘢嘅啫嚇。咁、啊、但係都積極嘅，即係嚇、啊。如果我有好嘅知覺咧，咁啊一定所有嘅聽眾咧，你啲名字我記在心嘅。咁啊到時咧嚇，唔好話乜嘢啦，即係最少啊，有錢出嚟請大家食飯啦，開心得噶啦。即係嗱，真係咁講嘅。不求呢個大富大貴啦，最希望咧，我哋所有中國聽眾咧都健康快樂平安啊！好啦，咁啊，睇下先。浩明兄，冇邊個買嘅？其實男人咧，其實中意錶，我覺得唔係差嘅。坦白講，你有平有貴，其實係即係正如好似我有啲朋友又堅持。他哋唔戴嗰啲機械錶噶，戴撚親都係嗰啲咩 iWatch 啊，一係而家好撚興嗰啲咩啊，嗰啲乜撚嘢，嗰只叫咩啊？嗰只好新嘅咧，圓氹隊嗰只咧，運動嗰只錶啊？唔係啊，都係行電子嗰只咧。我知啊，電子運動嗰只啊嘛 ，check 住一隻啊 ，check 住一隻咧。係啊 ，check 住心跳啊，跟住你跑步又同你抹低好多記錄啊，你可以食好多嘢。係啊，黐撚線嘅真係，即係我都覺得好撚恐怖啊！即係總話我契爺先同我講，跟住話喂整隻，我話唔好啊，話唔好搞嗰啲嘢，話你。即係話，喂！我真係覺得好撚恐怖，冇私隱咧，差唔多條張幾長都俾佢 check 埋嗰只，喂，好撚恐怖啊！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錶都係一個愛好嚟嘅，你起碼唔似手袋啊，你又唔會買幾廿八隻係嘛？你戴住即係戴嚟戴去，好似我同朗哥戴嚟戴去都係嗰一隻嘅啫嘛。咁其實你貴極，你咪都係貴一次係嘛？你除翻開。其實你好平嘅啫喎，日日計嚟計，係咪先？我都唔會換嘅，我咁專一，我都向來啲錶啊嗰啲都唔換嘅，係咪先？好啦，咁啊，關於咧呢一個即係叫做話呢個題目啦嚇，即係關於喺呢個連環爆啦。咁基金公司講咗啦，咁地產公司又點樣端倪咧？咁其實咧嗱，好簡單講，其實兩者咧息息相關嘅。咁你見到咧而家咧，其實呢地產公司咧，阿成哥啊。嗰、那個喂咁樣賣法，你覺得嗰個係咪一個問題咧？即係我問下兩位兄弟，咁樣賣法唔係嘅，咁你唔係一個問題啊？生意決定嚟啫嘛，呢、這個點解你覺得係問題咧？嗱，我想講咧，其實風水佬呃你18年咧，阿成哥咧，佢真係唔會衰嘅，基本上咧，前你一年啊，你與其咧呢、這個世界，你與其拜觀音咧。你不如真係拜阿成哥好過啦，佢咧佢基本上咧，佢仲係靈過任何神靈嘅。佢做嘅所有嘢咧，你同佢對賭或者你唔信佢咧，你只會撲街收場。坦白講啊，因為佢唔似我最愛嘅老蕭啊，佢唔會開你對家噶，佢係真理嚟噶。
其實你嗰啲全部啊串啊別讓李嘉誠跑尿啊點樣點樣，其實而家最型嗰個係佢啊嘛。其實你睇翻咁多間地產公司啊，我諗佢最穩健噶，但係佢最穩健嘅佢揸銀行最少錢啊嘛，佢就帶頭同你劈價。咁呢個係一個警號嚟啊？點解咧？因為我哋行內咧有啲做建築嘅朋友都講咗啊，有機會香港樓價咧唔係跌兩成，係跌剩兩成。嗱呢個先係真相。即係正如早排咧，我哋講咧，啲人成日上大陸咧，跟住同你講喂，飲食業啊、零售業係咪跌兩成三成？唔係啊，係跌剩兩成三成㗎咋。呢個先係實情。咁就算你話早排係假期，大陸啲高速啊免費唔使錢啊，咁係咪代表假期後而家全部復常咧？係咪代表你所有飲食業啊、零售業一片向好咧？我相信唔係啦。如果话系啊，屌你揞住个良心讲嘢啦，系咪先？嗯，咁你话啊，咁假期未放完咧，放完好捻耐啦。咁点解都复常唔到？因为其实嚟紧个情况咧系越嚟越衰啊。嗱，我系冇听过阿法灵师傅嘅节目，但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系佢做啊，即系个天元解密。究竟法灵师傅点睇咧？我觉得大家即系要去听一下。因为我相信咧，法灵师傅讲咗噶啦。嗯，佢点讲咧？你讲下。六月之前有一个小阳春。嗯。咁系咪假象就大家心照啦吓？咁六月之后咧就会更悲观。咁、之后会唔会其实法灵师傅会唔会讲其实今年可能就系打后，即、就、系、是、可能下年、后年都综合嚟计，今年可能而家呢一刻嘅最好嘅一刻咧？佢就应该咁讲嘅，佢冇讲到咁好嘅，佢话最快都要冇记错，佢话2027年先会好翻啲咯。嗱，其实咧有几个师傅咧都功力深厚嘅，喺我身边嘅，咁都同我讲嗰啲好就近嘅说话嘅。咁做人咧就我就信晒扯嘅。第一就好多人都同我讲咗噶啦，即系我咧如果我挂正我自己个名嘅旗号嚟做啲嘢咧就唔多掂，因为我同而家呢个势头咧系绝对唔夹嘅。咁不论我个人啊、自身啊、健康啊，所有都系，我就即系。是要摆屋企人的名字出来就 去做的了。所以呢我现在做真的东西呢你发觉很奇怪，一是摆朗哥啦，一是只摆埋 Ken 哥啦，一是呢就古灵精怪啦，摆埋我身边的人啦。跟住呢我就很少可呢是落正自己的名字下去呢去冚的。这个是有原因的去避的。但问题呢有很多的师傅都跟我讲过，其实今年呢现在这一刻呢是最好的时间来的。之后的呢个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咁系差到点咧？咁样，咁你又同你讲啦，就话喂，你去到原来而家系跌到跌剩系得两三成，仲要跌剩呢一个系常态化。跟住你喺大陆，其实系同你讲，其实系有超过100万间咧做饮食噶，无论系做小食啊、饮食啊嗰啲系结业噶，100万间。其實你如果大陸咧，你留意一下，唔好淨係睇深圳，千祈唔好淨係睇深圳。你留意一下其他地方咧，好多咧啲商場咧入面咧係好荒涼嘅，變到大量結業噶。你唔止係嗰啲即係叫做話，喂，我哋見嗰啲啊啲二線啲嘅地方嗰啲啊，你話甚至乎咧連北邊咧都係咁嘅。咁你話呢個情況，大陸去到咁嘅時候，咁香港？会唔会仲点样有一线生机咧？系难嘅，都即系唔可以话悲观。我觉得系要接受呢个残酷现实嘅。譬如你系冇买到楼啊，想走嘅咧，走唔到卖唔出，冇人接货系事实嚟噶啦。你只可以谂下就系点样将你嘅损失同风险降最低咧。即系呢样嘢亦都系咧，有其他朋友仔，例如。即係瀨曬嘢，即係而家騙局真係好多啦，以前都少啲嘅。例如而家食情同你講有好多大陸樓咧，你買咗之後咧，我哋好近啊，好近我哋啊。譬如喺大灣區咧，都係你買咗之後先發覺，例如嗰個地盤佢本身係唔俾你居住用途嘅，跟住你喺入面煮食啊，甚至乎你嘅連嗰啲洗手間啊嗰啲嘢都會佢話唔得嘅時候，話拆就拆嘅。你以為自己買了一層樓咩？但其實你俾咗嘅錢，可能唔係嗰樣嘢。你以往點會買樓會有呢陷阱嘅咧？
喺你以前你買乜嘢做乜嘢，你會發覺全部係好清爽、好清晰嘅。但係你而家發覺呢個時代咧，做乜都係嘅，即係好似古靈精怪，你盜霸王子咁樣樣。屌你，連雕啲嘢盡都唔做噶嘛，你唔摸底，跟住咪俾人動咯，動撚咗動咯。無拘琴物，我哋講盜霸王子嗰度，跟住話屌司徒文俊撚樣講到鳩黐孖碌，喂咁人哋個背景就係咁鳩黐孖碌啊嘛。理論上唔應該係我喺度講噶。是政府要查晒先嚟到去睇嘅，但系冇人查噶。跟住去到最尾，喂，咪就系仲胜在香港，唔系有 ICIC 啊，系胜在仲有呢啲传媒会攞出嚟去讲啊。跟住我哋可以拎住佢俾嘅资料，可以再同大家讲一次。正常冇噶啦，就系沉大海噶啦。而家你发觉咧，做好多嘢咧，你仲要去 check 清楚系究竟系真定假。其实呢个唔单止系政府招待啲咩招商啊、盗拜王子嗰啲啊。你自己咧喺出面生存咧，買啊買賣啊，其實啲樓盤咧，我建議大家咧，尤其是你翻大陸買或者大灣區買咧，你真係唔好買咁高嘅樓啊，因為咧其實啲樓咧，即係譬如話入面啊個管理處突然之間 empty 咗啊，冇咗人啊，跟住突然之間咧啲發生啲例如啲即係啲好荒謬嘅事，你覺得係咪笑話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咁樣笑咧，就幸災樂禍就好慘嘅。因為最近咧，其實喺四川啊，有啲案例咧，佢有啲樓氣好高嘅。咁講緊閒閒地咧，四廿幾五廿層噶。跟住佢發覺咧，四廿二樓以上咧，而家係滯銷，好多人係唔敢買。點解咧？因為早排出現咗幾個個案咧，係嗰啲係譬如三廿八、三廿九樓啊、四廿幾樓嗰啲咧，佢有問題之後咧，佢。嗰啲上去嗰啲咁高樓層咧，突然之間，譬如斷電啦，有問題有維修啦，或者係啲 lift 有問題咧，咁啊死曬嘅。咁你其實你如果你個樓層咧咁高嘅話，唔通你真係下下行啊？即係好似嗰陣時你澳門，當你個天鴿水災時候，我朋友佢住四啊六樓，跟住一吹到佢，哇！直情睇住佢盞個廳嗰盞燈啊，嗰盞吊燈啊！揈嚟揈去，好似人哋啲海盜船啲機動遊戲咁樣。跟住佢同我講：大鑊冇 lift 搭，點算？係咪要行四廿六樓，跟住落到地下再行翻四廿六樓上嚟？我話：喂，大哥，你諗一諗清楚喎，會唔會心臟病發喎？咁樣行法。所以，但係我都建議大家而家咧，即係嚟緊咧，如果你買樓，不論喺香港定係大灣區咧，第一，如果你真係買嘅時候，你睇清我個價啦。第二咧，唔好買咁高啦。即系例如我自己，如果我真系，假如我钱多多冇嘢做，决定又买个物业咧，我谂我都系拣翻啲十楼八楼噶咋最多。啊，两位兄弟，你有咩睇法？我三楼算噶啦，高棵树咪算数咯。系啊，你依啲嘢你真系，你仲咁搏啊，真系。至少浸都唔会浸到上三楼啊，系都冇嘢讲噶，大佬。其实咧，嗱，认真讲句，你话会浸上三楼，如果你有啲低洼地方咧，就好难讲噶，因为真系冇性噶嘛。咁但系你话基本上咧，五楼以上就安全啲嘅。咁但系你俾我咧，我就一定唔会买五楼以下同埋十楼以上咯。我谂我买亲都系介乎系五六七八九十呢啲楼层噶咋。我都得。系啊，我就唔敢买太低嘅，因为太低我自己。我經歷過啊！我自己試過咧，地鋪咧，跟住真係水浸到上頂沒頂啊！大佬，我即係你經歷過咧，你心理陰影啊！即係例如呢個世界幾件事會令到你係有成世嘅心理陰影啊嘛！第一水浸，你經歷過，跟住你就會好驚啊！第二你喺床上面，喂大佬條女原來有張嘅，哇！屌你咩？你又係驚一世啊嘛？你知唔知啊？哇！你唔系喂唔系喎，文俊兄，以你嘅性格，你话咦未试过有棍女蟹咁啊？正，舐下先系咪啊？真系啊！可来了，真系又可来了。屌喂，唔系有时啲嘢即系必须咁讲到明先，即系喂大佬系嘛？即系好啦，恐怖嗰啲嘢。咁其实你冇睇唐伯虎点秋香？喂唔掂啊，人妖哇，人妖未试过，跟住嗰三个冲啊过去噶嘛。吴家珍嗰个系阿叻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唔系常人可以噶嘛？屌你系咪啊？
黐撚線㗎你嗱，老實講，咁、啊、你就記到個畫面好嘢、啊。就算你靚到點都好，你老實講，你嗱你唔除條裙嘅，唔除條底嘅，咁咪大家都冇事咯。你打 K 咯又好啊，用口又乜都好，算大家都上到做啦，仲唔除條底？咁咪你撲街咯，你明唔明啊？有時啲嘢喂丑婦終須現家翁，屌有時啲嘢棍對棍嘅時候唔係下受到噶嘛，就算你。條女真係好靚喎，真係好似我哋細個女神啊，周慧敏咁嘅樣。但係屌佢有張，有張周慧敏你會點啊？你都頂唔順噶嘛，大哥係咪啊？你唔可以呃自己話我睇唔到㗎，你唔得㗎，係咪先？即係呢樣嘢真係咁講啊！咁喂嗱，即係咁講啦，即係樓市咧，一定嚟緊咧，我敢肯定㗎啦。香港咧嗰幾大地產商一定，尤其是嗱，我想講有一啲咧。佢專攻咧係商業嘅，即係例如咧，佢有啲咧咪係咧啲商場啊，管理啲商場啊，啲乜嘢嗰啲地產商啊，其實咧有機會咧，嗰啲大型商場咧都會接連係倒閉，因為嗱，阿 Ken 哥又係時候要辛苦你老人家啦，幫手擺擺圖嗱，咁所以多謝翻咧我哋嘅工作團隊啊，咁入面咧係揾咗啲圖啦，咁啊擺出嚟啦，咁啊辛苦阿 Ken 哥幫手擺擺啊，有幾張嘅。新鮮鬼嘢啦！今日啲圖嚟嘅，咁啊，跟住見到啊，咁啊，呢個過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係，多謝平少，屌有關平少事，應該唔係喎。李 Sir 唔係做生意出身，李 Sir 仲會大風吹落街，師徒自爆買冇啊，冇搞人妖啊，張。係佢冇搞嘅咧，你哋唔好屈佢。等阵啊！冇，我真系冇，但系可以试下。系，等下先。我都话你系讲尾嘅啦，死都唔认。系，诶，人有时人一世物一世啊，冇所谓啊，开心啊。唔得，受唔到啊，我。系，摆咗相先啦，屌你，仲摆嗰张咁嘅飞机图喺度射炮。系咗啦。好啊，嗱，咁啊，多谢我哋嘅。我哋嘅爆料人士啊，嗱咁啊，叫做话咧见到啲相啦，喂大佬，呢度同你讲系边啊？尖嘴喎、啊，屌你1881喎，抵捻死！诶、哎，咁我想问一问啊 ，Ken 哥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吓 Hong Kong people， 咁究竟1881系咩嚟嘅咧？因为嗱，我真系唔熟啊。1881咪以前海防道尾嗰度咯，即系太空馆对面嗰度啊。去整咗套商場啊嘛，依、這個其實係 public area 嚟嘅。佢初時開嘅時候咧，因為唔俾人影相啊，咁你嗰陣時依個公眾地方，你點解唔可以俾人影相啊？直至到有一次佢哋班食蕉食到咧，影一影就係啲議員喺入邊自拍，拿住部手機都喺度咗，跟住就俾人屌撚到拆骨。嗯，我哋屌撚到飛起噶啦！喂，你整得咁撚靚，我哋入嚟影相都唔撚俾一句。系啊，咁啊而家咁样样，我觉得抵捻死嘅酒店嚟嘅楼上。因为81咧有好多女就会影相噶，咁我咧我就未试过同啲女去影相啦，我自己都未去过1881，我真系身体惭愧，我真系未去过。嗯，所以即系我今日见到呢啲相咧，我都觉得好恐怖啊！因为点解咧？喂，打呢个咁靓咁诗情画意嘅地方，咁理论上应该就开满晒啲名店啊！喂，唔系卖 low 都卖 Chanel， 唔系 Chanel。啊，都 LV 唔係 LV 就 Gucci， 唔係 Gucci 就買下勞力士咁樣咁上下噶啦。咁啊，而家咪李寧街個喬丹入去中注咯，啱曬啊！咁啊，撲街啦！你諗下，李寧街喬丹，屌你咩嚟㗎？嗰啲咩牌子嚟㗎？哇！你唔係我識啊嘛？你仲話你愛黨愛國？我覺得唔夠喎、啊，你都未加埋 Warby， 即係回力牌。如果真系英文，佢英文真系叫 Warby 啊 ，WARIR 哇，战士嗰个 Warby 啊，跟住中文叫回力啊，屌你唔系讲笑噶，都未加 Warby。咁另外入面又冇两间卖小龙虾啊，咩麻辣烫嗰啲，屌有咩整齐啦？蜜雪冰城咧又冇，屌你老味，又冇嗰咩肥西老母閪嗰个咩广西。喂，呢啲未上市噶，上咗先啦，至少李宁系咪上咗市啊？几钟好似系，真系唔捻知。坦白讲，你冇几间啲咁嘅嘢啊，咩蜜雪冰茶，你点样出嚟行啊，大佬？麻就系、是，即系你咁捻靓嘅地方，点可以冇？间 Tiffany 一要执鸠咗佢啦。
咪咯，你点可以冇嗰啲咩嗰啲咩鱼啊？嗰啲大陆好兴嗰啲咧，一煲嗰啲咧，咸酸系咸酸嗰啲咧，嗰啲咸酸菜嗰啲叫咩？点啊？嗰啲水煮鱼系嘛？系水煮鱼，你可以冇水煮鱼食嘅咧？系嘛？你净系闻到嗰阵味啊！屌你老味，仲有啊？点可以冇嗰啲懒系港式茶餐厅，懒系怀旧，跟住入到嚟，屌你老味啲嘢难食到嗨咁样，跟住咧成班捻样，系啦，仲有啲咩冰室咩冰室咁捻样咧？即系我想讲，有间叫华星嘅，屌佢老味，又话自己几捻香港几捻食，个名菜叫咩黑松露炒蛋咯。我真係未能食過咧，有任何嘅香港同澳門茶餐廳咧，傳統咧有樣嘢叫蝦蟲露咯，真係未能食過咯。但係唔緊要，佢啲嘢都幾好食嘅，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佢新創嚟計，咁但係問題而家你即係有啲你 YouTube 睇到噶啦，啲嘢難食噶嘛，大佬係咪啊？即係恐鳩報噶嘛。咁同埋喂，即係而家呢咁嘅環境點？怎可以冇水煮魚啊？嘥曬啊！你呢啲咁靚地方，話適合嗱煮水煮魚，跟住咧輕輕挨住嗰個欄杆，跟住卡吐咁樣倒個痰，咁先夠呢、這個即係叫做即係地道啊！地道啊！我覺得係咪先？屌你話嗱咁樣人都冇隻嘅，冇人影嘅，屌你咁啲鋪又咁樣閂撚曬門嘅，好似聽眾話齋。过嚟拍新快机，系嘛？嗯，系嘛？喂，即系可能系嘛？嗰啲草我咪执到会可以加体力噶，屌，唔系新快机，新发寿司啊，新发寿司啊嘛，屌，唔得啦，新发寿司又有阿山鸡过咯，系咪？咁唉，喂，拍得最好嘅沟片嚟噶啦，香港，系真系好啊，好睇噶。阿J兄你点睇啊 ？J 兄。你点睇啊？佢问佢新发寿司，你问佢乜嘢？用眼睇咯，点睇啫？嗱，呢个地方我都去过噶，喺嗰度买过鞋噶，早十几廿年嗰阵时好旺下噶，好多人赚改而去嗰边噶。咁阿姐兄啊，嗰边啲 sales 又串啲啊，真系。我啱啱呢边 YouTube 咧，佢弹咗个咧，有个好出名叫自说自话的总裁，有冇睇嗰个频道啊？讲嗰啲咩神秘学啊 UFO 嗰啲，跟住咧佢做咗一个专题啊，叫火鸡啊。佢话原来明朝啲人食火鸡，啱啱 YouTube 弹出嚟。中国有火鸡啊？有啊，有条 link 啊，跟住咩？哦，啲食晒。系啊，跟住话明朝就有人吃火鸡，跟住喂大佬，哇真系，我一问阿 J 兄，跟住佢弹条咁嘅 link 喎，屌！我真系怀疑啲电脑好啦，恐怖，唔识窃听啊！一知道我揾阿 J 兄，即刻弹啲咁样火鸡呢段嘢俾我睇，屌好啦，恐怖真系！我依家怀疑我电脑咧后面咧有晒所有举动，即系嗱，譬如我睇到边度行片，佢会搜集多证据，跟住屌佢拎去举俾嗰啲国安处嘅，你明唔明啊？国安就唔会，佢最多几条 link 俾你啫。屌，好啦，恐怖啊！依家喂 AI 又咁劲啊，转头啊，喂，你将我睇行边啲对象变咗做我啲高官，你咪死啊！你个卵做咩对住二楼打飞机啊？咁样喂，仆街系咪啊？即系好啦，恐怖真系谂下。好啦，咁其实嗱，即系今日啦，见到啦呢个1881咁嘅企样，唉，咁我唔知啊，真系唔知点讲啦。好啦，今日即系咪有最后嘅话题系咪由 Ken 哥你负责啦？是啊，冇错。咁啊，大家可以评论下啦。咁我哋知道有个集马会啦。咁我哋中方呢边，咁喺西方嘅邪恶嘅美帝嗰度有咩咧？啊，咁啊，即系一定系邪恶嘅美帝噶啦。咁样讲，咁啊，佢哋嗰边咧就有呢个叫做美日韩峰会啊。啊，虽然韩国最近就输咗俾个在野党个内政入边。但係咧就睇下佢點啦，咁都無咗而家依個首相過去嘅，咁啊，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大家留意翻咧，咁佢依度不但只講咗佢哋要美日飛啊，好似係，我好似噏錯咗，係啦，啊美日韓啊都係美日韓咁樣啦，喺呢一件事入邊咧，你留意一下咧，而家美日飛講到有美日飛，咁啊佢而家就留意一下岸田文雄可以喺兩院入邊講半個鐘頭嘢，咁你係知而家日本係變得幾強喺呢個亞洲區，
即係我覺得邪惡嘅美帝咧，就係想咧整個亞洲區嘅大佬咧嘅落嘅坐管咧，就係擺咗落去叫日本呢邊坐嘅，係啦。咁啊而日本嗰邊早排佢哋留意啦，佢咪加入咗嗰、那個澳洲、美國、英國嗰個核潛艇計劃嘅，但係佢冇，佢係冇栽到核嗰一 part 嘅。佢係到第二 part 就係做佢哋負責電子高科技啦，同埋超音速技術啦、導彈超音速技術啦等等嘅 area 嘅。但係佢哋因為日本本身係好忌諱核能啊同埋原子嘅依兩樣嘢嘅，以前嘅原子彈啦，同埋經過個311嗰件事件之後咧，所以而家咧佢哋就對核呢方面又有就唔會掂噶啦，講到明。咁喺各方面嘅加持，同埋佢同英國啊、意大利嗰邊嘅第六代嘅戰機啦，同埋佢哋批准咗佢哋嘅戰機去賣俾其他人啦，佢哋嘅盟友啦，類似嗰啲咁嘅條約，佢都出現咗嘅，即係佢所有嘅武器都可以咁樣賣出去噶啦。以前就咁，而家即係擺到明講俾你聽咧，就算而家佢哋叫防衛隊咧，都等於其實一個正式嘅 army 嚟嘅，仲要喺亞洲度咧做一個坐管啊！阿文俊兄，你觉得我咁讲啱唔啱咧？哇，其实喺国际形势咧，我真系唔谂知发生咩事，我都冇睇新闻。但系咪啊？嗱，你谂下啦，你一个日本喺依一年入边，即系连埋上年啦，2023、2024、2024年嗰四个月、三个半月啫嘛，你佢可以系可以开发到六代战机，有份参与。嗯，六代战机啊，即系同英国、同好似意大利啦，一直合作嘅。第六代戰機，好明顯，跟住就而家跟住就同你講話，你哋可以日本嘅軍備設計嘅嘢可以賣俾其他國家，都係亞洲區為主嘅，主要都係係嚇美國嘅航空母艦啊，美國嘅艦隊可以上去日本度維修，跟住而家再同你講。你佢趴住菲律賓，趴住澳洲，趴住美國一起去南海，係係啦，即係佢就淨係保護埋菲律賓嘅，講到明嘅嘅嘢嘅。咁而家最後一次，竟然而家同你講你嗰、那個動力潛艇澳洲嗰、那個，澳洲、英國、美國而家加埋日本落去，但係佢唔掂合個 part， 但係。佢可以掂到啲咩咧？超音速導彈係可以掂到呢啲超靜音嘅潛水艇技術係可以掂到一啲最先進嘅晶片、先進嘅軍備。咁而家仲可以喺美國兩會入邊講半個鐘頭嘢，全部派曬首長嘅話，點樣負責亞洲區嘅穩定啊咁樣嘅嘢？咁你留？好明顯啦！如果你聽完咁講，美國都唔算當日本係靚噶啦，喺我角度，佢係當佢係一個兄弟嚟噶啦，差不多。係，因為佢好多嘢冇保留咁俾咗佢。嗯，因為記住英國開發嗰、那個第六代戰機，其實係可以同美國嘅第六代戰機同埋個嗰、那個戰鬥群啊，即係。海陸空三軍係拎通啊，日本有埋噶啦，到時候。嗯。咁包括無人機嘅控制嗰啲啦，嚇。係。咁你諗下，如果佢俾咁多嘢，佢乜都唔俾，佢淨係俾日本啫。而家依扎嘢，韓國仔我都唔俾，我淨係俾日本。咁佢真係呃咗佢做龍頭老大噶咯喎，喺亞洲佢。其實係噶啦。即係日本嘅地位好明顯，直係佢變咗呢邊嘅盟軍之首啊！係啊，嚇咁喺依個情況下邊咧，對日本嚟講咧，其實有好處啊。第一，佢自己都備受呢個咧俄羅斯嘅威脅噶嘛。俄羅斯同北韓啊？係啊，其實佢係兩面受敵噶。咁而家其實佢嚟計，佢去都要呢個有靠山有支持啊。咁其實佢覺得其他你。即你焗住咧，佢行上嚟呢個位啊，因為佢嚟嘅，佢揾唔到一個夠硬正、夠有背脊嘅 partner 啊嘛，咁佢焗住話，既然係咁樣，我號召民主咯，我嚟叫大家一齊
嚟打天下咯。系夹，系真佢夹咗上嚟噶。日本而家个势系系噶，因为佢岸田文雄都讲到明就系、是、你北韩嘅威胁啦，你俄罗斯嘅威胁啦，同埋你中国过分扩张嘅军力啦，都令到日本好危险啊嘛。所以佢就话，所以佢先至要做呢啲咁嘅动作。嗱，咁定做话斋啦。咁金仔梗系要负最大责任啦，系咪啊？即系你姓金嗰啲人走唔甩噶，你一定要负责噶。喂，星期三，我见到金家人啊，一定要捉住佢啊！你就系、是、你破坏和平，一定系你。如果唔系啊，如果唔系咧，就都系你噶啦。总之屈佢食嘢咯。系，仲好嘛？嗱，就系啦，点知食嘢嘅真系，一定系呢个问题。即、就、系、是、金家人一定要负责呢、這个，我觉得。即係一定要揾人出去認頭啊嘛嚇，死嘢！仔，你要揾人出錢食個餐先得㗎。咪係咯，大佬，唉，部署埋陸基嘅戰斧係啊，冇錯啦。咁你依啲一定㗎啦，部署埋陸基嘅戰斧啲基本嘢啦。你睇下愛國者導彈，其實日本係可以製造到㗎。佢而家係可以出口㗎啦。嗱，而家以色列咧嗰邊個形勢，你留意一下，其實嗱，日本呢度咧。被人夾上嚟啊！真係有原因嘅。點解咧？喂，你以色列嗰度可能會爆發你係中東嘅戰爭噶嘛？咁你美國，你即係對外嚟計，美國有冇可能係呢邊又撳住嚇平少，撳住中國去睇住維護住，跟住佢又撳得住，又可能必要時嚇、啊、你嗰個叫做話以色列嗰邊又爆鍋，跟住同一時間俄羅斯嗰度，佢可唔可以分散到？照顧三方面戰場唔得啊！佢照顧一方面，假設佢淨係睇南海，加埋睇日本呢邊，佢已經係好困難噶啦。佢冇理由處理到三方面嘅，甚至乎呢個係多過三方面嘅。其實喺我眼中，呢個四個戰場嚟噶。嗯，係嘛？仲未計佢自己咩美國亂啊，又話乜鳩內戰嗰啲嘢喎。嗯，所以其實咧，嗱，美國咧，其實都老撚嚟嘅，所以係更加加速夾撚咗日本啊嘛。咁你都要天時地人和配合噶，大佬，你冇個發癲嘅金仔喺度點得啊？係，你又冇，話喂，我同你買翻個賭啦，唉，唔好講咁多啦，我爹咁樣，佢又唔肯制啊，得閒無事啊，整啲直升機啊，整啲戰艦喺附近行下，同中國喺度拍拖奸咁樣浮下。係啊，嗱，咁啊，今日咧，趁你講開俄羅斯同金仔咧，咁啊，今日嗱。即係有啲即係預備嗰個料啊！喂，關於呢、這個嚇、啊、俄羅斯戰場上面，有好多僱傭兵啊，究竟有冇中國人喺度嘅咧？大把。嗱、啊，咁我哋咧有段片啊，會播出嚟啊。咁啊，盧化啊 ，Ken 哥啊，咁呢段片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嗰個番薯傻仔啊！係啊，咁啊嗱，大家睇睇啊。其實呢個咧，我即係叫做話今日啦，作為壓軸啦。其實我覺得真係大家適合即係睇一睇嘅。其實嗱，嗰邊嘅戰場咧，而家係有啲中國人咧去咗做僱傭兵嘅。咁落到去，喂係咪嚇？其實佢犯咗法嘅喎、啊，好食好住啊咁樣咧。咁係咪當普通旅遊咧？唔係嘅。好，佢係犯咗我哋國家條例嘅喎、啊。誒，唔好理佢啦。佢真係犯咗法㗎。即係如果佢去微博度。話叫人救咧，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舉報佢啊！等國家犯咩法啫？個人都死咗咯。其實拍呢條片嗰個人咧死咗啦，佢已經被炸死咗啦。咁但係即係喺佢生前啦，最後一條片啦，即係大家睇睇啦，可以。阿 Ken 哥係啊，係啊，播緊㗎啦，係啊，有聲嘅係咪？我瞄咗聲，因為有字幕啊，大家睇字幕啊，係。因為好難控制到段片嘅大細聲，有時候我推到最準都聽眾話好細聲。嚇！哇！依條友都嗱，我講講發生咩事啊？咁呢個人咧，佢就係栽僱傭兵，跟住去到俄羅斯。咁跟住咧，佢去到俄羅斯咧，佢發現一樣嘢，有好大問題嘅。第一。咁佢僱傭兵咧講咧，其實咧佢哋係有糧出噶嘛，咁佢收唔齊份糧噶，跟住咧就帶都過咗去啦。咁跟住其次咧就有好多嘢咧就要去做啦，跟住咧包括要佢上去最前線啦。咁例如你話喂，我可唔可以唔去啊？可唔可以喂反悔？你還糧又俾唔足，錢又俾唔足，跟住我反悔啦，我走人咧唔得嘅，佢俾啲俄羅斯佬咧用 AK 指住嘅。
全部一系你一系咧就去前线，一系就我哋打死你嗰只噶。咁跟住咧，咁佢索性咪卖命咯。咁佢于是咧，佢哋一行人咧，其实系一个叫做话一个原本成班咧，可能系开心嘅网友嚟噶。跟住就走去话喂，做雇佣兵参军，去为正义而战，打到美帝，打到海绵宝宝咁样。跟住咧，去到发觉第一钱收唔足，第二。俾人咧命令佢要走到最前線啦，咁佢哋咧就已經一行人咧係遭到呢個無人機嘅轟炸，咁佢自己講啦，咁經過只不過係一日嘅時間咧，咁係俾無人機炸咗六至七次，咁佢入面嗰隊人咧，全部人咧係只有佢同埋另外一個人咧係冇事冇死到，其他係炸死曬嘅，炸死曬之後咧，咁而佢咧亦都係咧。是受重傷，因為佢係即係整親啊，跟住俾人咧喺當地咧送咗去個戰地醫院。咁送去戰地醫院咧，跟住咧係休息咗咧兩個星期之後啦，跟住佢就諗住咧傷咗啦，跟住咧就諗住翻轉頭係諗住即係叫做話經俄羅斯陸路就偷渡翻中國。跟住咧點知喺翻中國嘅途中咧，又俾人咧擁咗佢前面去前線度作戰啊。跟住咧咁呢段片就係佢。生前最後一段片，因為佢喺前線咧又俾人炸死咗啦。嗱，我講個又字，因為佢其實已經係咧係上帝對佢唔錯噶啦。佢已經係經歷咗第一次係炸死曬佢啲隊友，咁入面有俄羅斯人啦，有中國人啦，有佢啲網友啦，跟住咧佢都死唔去，係受咗傷啫，受咗傷跟住戰地要醫好咗。跟住第二次佢諗住走嘅時候係唔俾佢走，跟住又拱翻去前線。跟住又俾人炸死咗啦。好啦，咁呢个系真正事件嚟嘅。咁呢单嘢咧，咁第一，咁当然啦，佢发放呢个求救视频咧，咁喺呢个大陆咧，又俾好多嘅小粉红啦，俾好多人咧喺微信嗰度咧鞭尸啦。例如又话佢咧咩喺度即系乘机啊、唱衰啊、扮到前线冷更，话都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喺前线嘅，系咪去咗打仗嘅咁样。咁而基本上你唔使怀疑噶啦，因为佢就已经。在由开头啊出发啊，连佢揀军服啊所有嘢咧都拍晒视频嘅，因为要佢呃流量啊嘛，要赚尽啲钱啊嘛，所以基本上咧佢都算系一个网红嚟噶。咁好清楚佢真系去咗俄罗斯嘅，咁而甚至乎咧佢系活跃喺前线嘅。咁但系问题咧，佢心目中讲到啊，点样话要打死乌克兰人啊，点样要吓打死美帝啊嗰啲咧，一个佢都打死唔到，甚至乎佢面对嘅唔系人类敌人，佢面对系无人机。但我想讲咧，其实而家现代战争咧，你最恐怖就系咧，好多时你系要睇对家系咪有无人机飞过嚟，无人机上面拎住啲乜嘢，无人机比较好彩嘅系佢带住个 cam， 呢个系最好彩嘅，佢带住个 cam 嘅侦察用嘅啫，佢落你位嘅。第二种咧就系咧，佢上面有个掹嘅，个掹咧会掹住咧，例如系一粒至到六粒嘅，入面可能系榴弹啦。可能是燃燒彈啦，可能是呢個地對空的，即係總之是炸樓的炸彈啦，又甚至乎可能是打人的叫做話嘅機槍嚟啊！咁你話喂有冇搞錯啊？無人機吊啲機槍嚟射你，係咪咁？係咪有啲咁黐線嘅事？係有嘅，包括中國自己都有嘅。例如而家中國咧，最新咧，可能以前大家有聽我哋間唔中講無人機都有講到咧，無人機其實今集當送啊呢一節。屌，本来真系我哋其实要考虑下啲，即系摆 page 先讲。好啦，咁啊，基本上之前我都讲过啦，咁啊，我即系去过呢个701嘅研究所啦。咁研究所话研究所嘅啫，701系军部嚟嘅，系军区嚟嘅。咁跟住军区研究所咧，当时无人机咧有几种唔同嘅制式啦。咁我哋做直播同大家讲过啦，大王刀啦。咁我谂我相信我哋应该系第一个传媒系有中国做嘅大王刀。有图有成有真相摆出嚟噶啦，话俾你睇点发射，跟住系点样攻击，点样成噶啦。咁其实同美国嗰支大王刀咧，系几乎一样，操作方式都接近一样嘅。唔同之处系佢做出嚟嘅成本系美国嘅20%。咁而咧，基本个机枪咧，咁亦都系咧解决咗个问题啊。第一，而家系有油电混合商用嘅无人机啊。第二，系上面咧可以去掹咧，就系掹住啲弹啊，嗰啲夹嗰个掹嘅，当然系。有即係有途徑係有得賣嘅啲軍備，跟住甚至乎咧成支九五式即係叫做解放軍嘅現代步槍咧，可以夾喺上面，跟住佢無人機可以控制嚟可以開火嘅，上面再夾一個咧專用嘅彈夾咧，咁佢入面咧唔係
唔係裝15-20粒嘅子彈嘅，佢可以裝75粒嘅子彈嘅，即係個無人機可以夾一支75粒子彈嘅機槍嚟攻擊你嘅。你即係你喺戰場上面，你面對嘅就係呢啲東西啊，唔係嗰種咧，係咪以前啊睇嗰啲二戰啊，喂啊有個類似托斯嘅物體，跟住後面又加跟架虎式坦克，跟住又點樣樣點樣樣，唔係嗰個年代嚟㗎啦，而家。而家唔係噶啦，早兩日其實美國有單嘢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啦。F-16 AI 導航有個美國嘅大軍官坐住喺上面，佢點飛個人都冇事，落翻嚟。但係全程係 AI 導航 ，AI 去指揮。咁你諗下啦，其實將來嘅戰鬥，即係同你講。F-35 唔知系咪叫 AI 啦，之後就 F-35-AI， 跟住全部都係冇機師入邊噶啦，係冇錯，係啊。嗱呢個就係現實啦。你而家打嘅唔係打人噶，你去面對嗰啲敵人唔係人嚟噶。唔係啊，你無人機都有人控制啊。但問題而家美國講咗俾你聽，我哋用 AI 噶啦，人只不過係負責可能係撳 fire 個掣嘅咋。係啊，佢負責瞄準嘅咋。唔係瞄準都唔係啊，係 AI 瞄準埋噶啦。好似阿櫻木花道話齋啊，係咪啊？左手只係輔助啊，你明唔明啊？佢啲只係輔助啊。係啊，因為喺戰場上，美國規定咗條例就係話，你任何殺傷都要經過人啊嘛。所以開槍嗰一個 action 俾唔俾你 AI 開槍嗰一個 action 就靠人撳掣啊嘛。係，但係其實事實上咧，你落到去打咧。佢唔會同你遵守呢條條例嘅。其實，例如烏克蘭上面要嗰啲無人機咧，烏克蘭嗰邊嗰啲咧，佢唔係行呢條條例嘅。佢真係咧，個無人機 scan 你，跟住直接掃嚟打嘅。嗱，所以個情況咧，其實個網紅嘅死咧，佢唯一嘅價值咧，佢死就死得慘，但係佢唯一價值除咗係俾你啲咁少粉紅攞嚟笑之外咧，佢唯一價值佢就係真實記錄咗，當你面對嗰啲敵人係咩敵人，你唔係面對住揸機槍嘅士兵，甚至乎你唔係面對住嗰啲 vehicle 啊，即係唔係嗰啲軍車啊、戰機器，你見唔到啊。但係你面對住係數之不盡嘅無人機，跟住佢係連環咧，佢甚至乎佢自己咧開住嚟拍㗎，佢自己係連續受到七輪轟炸。你以人類嚟嘅係做唔到七輪轟炸，連續無人機做到啦，因為佢係第一排。過嚟掟完炸彈之後，嗱佢仲要係做到咧一個配合咧，係好恐怖嘅，係可以點樣咧？例如第一陣飛過嚟嘅嗰啲無人機，佢係咧，譬如佢係用榴彈嘅，跟住第二陣嘅佢用嗰個叫燃燒彈，或者第二陣行白磷彈，第三陣就係咧再係一個咧叫做地面式催淚武器。嗱，其實呢一種嘅打法咧，佢係叫做話將你嘅。部隊啦，連埋你嘅戰爭機器啦，連埋你嘅防守嘅手臂用嘅嗰啲水泥嘅據點嚟到摧毀嘅。而呢個配搭呢個組合咧，就係未來戰爭大家會實際面對到嘅。咁而我相信下一步咧，如果你見到士兵，可能見到嗰啲咩士兵，就好似你玩摩希馬嗰個情況，佢係裝即係有嗰啲即係外置骨架裝備住嘅士兵，即係你可能你哋第日打嘅嗰啲。嗰啲敵人就係呢啲敵人，就唔係你再傳統啊，諗住慳15小時啊，嗰啲著軍服啊，拎住支 M4 啊，拎住支 M16 啊，跟住喺前面嗌啊 ，fire in the hole， 唔係嗰啲嚟噶啦，即係你打機咧，打 CS 嗰啲咧，我諗應該都夠噶啦。基本上我覺得最真啦，係乜嘢啊？你玩隻遊戲咧，叫 Call of Duty， 嗰個情況我相信最真嘅。差不多的了，那個他入面有個位置叫 IT 的，那你說屌你，可不可以整個 IT 人做什麼東西啊？那個 IT 人呢，他是會告訴你，他是負責一個呢，他不是在一個場裡面的，他叫場外部署，不是打球啊，不是跟你打籃球踢足球啊，他負責的場外部署就是什麼，他就是用無人機來去做據點轟炸，不是個個都拿著 M4 或者 AK 在前面打的。現在這個才是真正的戰爭，是那個 IT 人負責做整個場外部署去看著，跟著 你發覺其實 Call of Duty 最新呢，你贏了呢，你除了分之外呢，他贏了是什麼？你多一個盒仔，跟著個盒仔是怎樣？你打開之後呢，他可以 mark 個場上面，跟著可以你揀幾個 point， 跟著是
跟住就有無人機去到放個啱啱我所講嗰啲白磷彈啊嗰啲東西，即係你多一個 IT 嘅攻擊機會啊。其實嗱，而家咧，你喺戰場場上面就係面對住呢樣東西，呢個就係實情。呢個好正常啊。咁啊，有聽眾話啦，有冇睇到嗰個殺人者購物中心入邊有個有機槍嘅無人機？係啊，佢仲話有隻 dog， 有隻電子狗。這個都是啊，但是問題真的那個除了電子狗是電子蜘蛛啊嘛，屌你有咩？哇，那個 spy 是最恐怖的，狗六隻腳那個是啊，狗電子狗那個恐怖的地方就是當它做完它的機械東西的時候，它還可以用音頻去打人。這套東西我有看的，因為我很喜歡它那個阿叔的拍那些韓片的他而家話咧，其實嗱有一樣嘢咧就領先緊嘅，其實呢樣嘢就唔係美帝，倒翻轉係普京嗰邊嘅。俄羅斯咧，佢而家最新研究咧就係直情係嗱，你幻想一下啦，一架四驅車 size 嘅東西，跟住咧佢係你開咗之後咧，佢用四驅車嗰啲速度，佢衝埋嚟，跟住爆炸，佢係可以咧直接去上面前面用佢熱源嚟攞人。跟住，例如你係軍隊要走埋嚟，中間爆一崩咁樣。嗯，嗱，美帝未有呢樣嘢，但係俄國佬又有噶啦。跟住呢樣嘢咧係好恐怖啊！依樣嘢我又同你講啊，文俊兄，烏克蘭做先。你根本你去到而家係烏克蘭做先啊！跟住俄羅斯笠咗兩隻，跟哦，原來咁樣搞掂。你落到現場咧，其實咧，你而家喂係咪睇住啊有人啊見人啊，跟住開槍射佢咧？我相信俄烏戰爭嘅早期仲係打緊呢樣東西嘅，但係去到後期咧，已經唔係打呢樣嘢。尤其是咧，當個戰場其實咧，你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接壤係大片平原啊。佢入面咧，其實咧平原戰咧而家好恐怖啊，唔係講緊邊個支槍火力勁打得遠啊。而係咧，其實係大家都開始咧，人員嘅編排係擺二線嘅咋，前面就淨係擺啲咁嘅機械人啊落去咧，落去咁樣肥化。所以其實嗰個網紅咧，中國網紅佢死之前咧，面對嘅就係不停有啲無人機啊。所以佢炸到驚咗，佢炸到想同翻去中國啊，但問題唔俾佢走啊嘛。嗱，呢個就係現實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其實咧認真嘅。会不会有一日香港啊，屌香港都会打仗啊，或者点啊？唔奇噶，到时可能你就系会见到啲咁嘅嘢啊。其实即系呢个系大家有心理准备的。现代战争，香港打仗唔紧要噶，你派系咪派枪派炮俾我哋先？我一定唔会啦。但系喂，老实讲啊，你即系打个 Call of Duty 咧个副题啊 ，Modern Warfare 啊，现代战争啊，呢个就系现代战争啊。所以，其實都好撚驚。其實呢個世界好恐怖啊！即係我想講咧，其實大家有時覺得咧，係有時喺呢個世界，而家呢個現代有種無力感噶。你面對呢個戰爭，屌你有咩面對呢個咁嘅殘酷？屌你而家你撻著你同一時間，其實 World War 3我覺得真係好撚快會殺到埋嚟噶。即係 World War 3之前打緊啦，而家係啊！即係大家睇下有啲乜嘢，其實開心嘅。屌就去做啦，享受咗佢啦。其实认真嚟计，唔需要谂到太长远噶。你唔同我细个仲喺度谂啊，有啲咩出路啊，点样啊，几耐啊，又同啊结婚啊，几生个仔嗰啲。而家未必系适合嘅呢个年代，真系唔好谂呢样嘢。我讲真嘅，大家谂一谂睇下点样每日过好啲。跟住另外最紧要其实唔系准备啲咩食物啊，唔系准备啲咩水源啊，最紧要准备你嘅心理啊。即係你去到你喂，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屌你啊！今日阿斯浩文再同你講，現代戰爭係大家見唔到人嘅，跟住係咁樣打法咧，你有個心理準備咧，你就唔會到時先哇，好似睇煙花咁樣，哇哇唔會哇，你明唔明啊？你覺得哦，即係你咁樣我嘅時候咧就好啲咯。哦，原來唔係司徒鳩吹堅嘅，打唔係講笑，打屌你咪喂！嗱，認真啊！你而家你話去上去做前線記者啊？你點會你有機會啲聽眾啊？你啊同阿台長都講聲啊！喂，唔係咁講，而家唔係講話。而家前線記者分分鐘都係用無人機噶啦。係啊，你放只嗰啲 spy 啊、嗰啲蜘蛛啊、嗰啲狗仔出去攞部 cam 同你影好撚過，你自己人手落去搞到你屌你咩？你就算美國隊長咁嘅身手都唔好啊！真係唔好玩啊，玩唔過啊，大佬癲嘅真係。係啊，即係因為仲有一樣嘢啊，以前嗱
即係頭先阿文俊英你講嗰幾隻 game 咧，係即係嗰幾隻 game 咧都有人講過，究竟你係咪即係現實中殺緊人咧？即係有呢個可能性啊。其實你問我咧，其實你玩呢啲咁嘅戰爭 game 咧，係一路係咁俾緊個 AI 喺度攞數據嘅。睇你啲戰法嘅，係啊，只不過係為定啲 AI 啊嗰陣時候，因為我同你講，美國嘅軍備，你而家你見到市面上嘅 AI 係咁，但係佢戰爭用嘅 AI 咧，係十幾年前已經有噶啦，美國一路喺度 train 緊嘅，而我相信而家美國嗰套 AI 嚇撚死人嘅嗰個戰爭嗰套。系好卵惊啊，系嘛？屌，唔惊啊，其实唔使惊，其实唔使大家亦都唔需要惊，要嚟就嚟噶啦。只不过大家要知道有啲咁嘅嘢咯，因为你冇得走啊嘛。如果真系打仗啦 ，touch 讲句，香港打仗，你有得走咩？飞机又停了，高铁又停啦。第一件事炸你机场，第二件事炸你高铁，你冇得走噶。系所以大家咧记住，嗱，把握你嘅机会，去到而家咧，你仲可以平安咁听到我哋主持人同你做节目咧，好难得嘅，所以大家记得要货金啦，记得要俾 like 啊，俾赞睇广告啊，系啊，同埋记得要货金，记得要货金啊，好多人都冇货金啦，系啊，记得要货金啊，好啦，今日仲有冇其他嘢要讲啊？冇啦，欢乐时候讲特别快啦，又系时候听日等装备嚟啊，咁啊好啦，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好啦，拜拜，拜拜。